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晚上好。哎，谢谢，是挺帅的。欢迎您来到天津德云社的演出现场。首先请您欣赏十分美好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感谢大家。我们一上台来啊，可能有好多的问题摆在你们面前。什么问题？首先说观众有纳闷，老秦呢？哪个？九华呢？迟到了。不是，对，上厕所了。你咋知道啊？他可能下午就来了。哈、啊、你那也是，人家在后里边呢整理一下这个服装啊，什么的，仪容仪表，一会儿就上来了，别着急。我们现在头一个先演，该我们。因为什么呢？人家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后台都是大腕云集，是。今天啊，都比较注重这些东西。嗯，我呢没有什么偶像包袱，啊，但是我们都这岁数了，哈、啊，无所谓啊。上台来我们就上来了。啊，本来我也应该弄一个呲儿啪的头型的啊。这呲儿啪的是什么样子？就是帅的。你是不了解。我以为我这秃头就是刺儿啪的呢。来，人家头型不老话不说了吗？说什么嘞？叫脑门亮，头发稀，啊，下雨不会遭雷劈。谁没事老站树底下呀？那不老词儿说脑门亮，头发稀，肯定是个老司机。我驾龄时间是不短了，您别胡说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词儿了啊，反正这都无所谓啊。嗯，形象来说我们是差一道。哦，上台来，你先跟大伙聊一聊天，说说吧。哎，有的朋友认识我们，嗯，有的朋友不熟悉啊，也得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您自己还聊啊？我叫张鹤伦，啊，德云社的一名小学生。哈哈，哇、哦，我的天啊！您听听，在天津说到我的名字还有掌声，嗯，哇，哎，小心你的韧带啊！韧带好了是吧？有功夫踢球去。就你的，再也不踢球了。嗯，这个旁边这位也得介绍一下。到我了，叫张鹤伦的搭档。大家好，结束了。那么，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没说我名字，因为我怕我说完的之后，掌声都已经这样了，我就不想更陷入一个更尴尬的局面嘛。不，尴尬没关系，到天津了，这父老乡亲知道我呀，也得说一说。您得说，自个儿说。我在台上，我不能说，我不能宣传淫秽的东西。那自个儿说。我这名字怎么了？我这平常我看说的时候都张鹤伦后面打码吗？哪儿的事儿去？那您不说，我自己说。自己说，我这不好意思。大家好，我是彭甲，那你雇的人吧？你看出来了？是不是拿着牌子？老爷，老爷，我没举牌子。哎呦，我这不信！快，重新来一遍啊！捧你的观众还都坐在了剧场的外面。嗯，您怎么看见的呢？马路对面、啊。哎，就不要捣乱了，还没介绍呢。说吧，大家好，我是。闭嘴！干嘛呀？真要说呀？我这马上就说出来了，吓我一跳！你吓我们一跳，好吧？说吧，拦不住了。大家好，我是郎鹤炎。我们今天的观众，你们对于这个演员这个审美方面哈，我觉得差一道。刚才你们一喊侯震，你们说好帅，我就怀疑你们的审美了。现在一说郎鹤炎，你们好，我的天啊，哈哈！大家都喜欢我们这种机器猫类型的。天津观众就喜欢这是矮胖短的，说就在什么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这种。说着说着还说小月干嘛呀？什么叫小月呀、啊？哎呦，岳云鹏在你这儿都小月了吗？那是对他的谦虚之称啊。那是我们的师哥，是咱们的师哥呢。但呢，师哥，我们俩同岁，我还比他大那么一年呢。你们俩同岁？我生日比他大呀。我们俩都是36岁，都是85年的。看你俩这模样，以为你是小月他舅舅呢。他不是他有那么年轻吗？是你有那么老？我想打死你！85年，我身份证我是没带的。谁说1785年呢？那有一个考古工作者啊。怎么着？别人迁坟把我忘外面了？你也是老爱出来。
别看我啊，哼，一八八不是、啊、一九，失敬失敬，你管我叫祖宗就行，有钱我也不烧给你。1985年的，长得着急了一点，太着急了，对不对？但是美貌其实也还是可以的。别晕了，你们不爱看，闭上眼睛。人家干嘛来了？听像什么？听都听啊！您都36公岁了，36岁，小学。我跟秦霄贤、何九华，我们三个都属于小年轻的演员。说着话，生气了啊！差不多得了，彼此给个台阶不好吗？我这姿势，我以为你要单独唱一个人。我害怕鬼，但鬼没伤我分毫。就昨晚上就没让我睡好，你知道吗？来天津2天了，各位。他天天咬牙放屁，吧着嘴。我的天哪！你要不然你跟他一被窝，你试试。谁跟你一被窝啊？我让你承受一下那个被子的痛苦。你拉倒吧，你别来这套的，难受着呢。嗯，真的，来天津这2天特别的兴奋。嗯，但我们来天津这2天来说吧，开业吧。特别的隆重，这么大的场合，各种明星云集，是能在这演出啊，我们还是很开心的，很高兴的。观众来说，你有的第一次人来听相声，听的是我师父郭德纲、于谦老师。哎，我们上台了，咱就是给您开个小场，做个电影，但是希望得把好的一面展现给您各位，多新鲜，对不对？你看刚才来说，从言语中啊，能听出来什么呀？有些演员有水平，有些演员差一点。怎么呢？拿他来说吧。我怎么了？刚才能说出做旧来这个事情啊，证明您的学问应该就不怎么样。我不怎么样。尿呲青铜器，这是有学问人说的话吗？不是您那意思，您这学问。对了，在德云社当中啊，别的方面咱不敢提，学问这一块方方面面的。你没事老吃方便面干嘛呀？能不能听上人聊天啊？听了你说了学问这一块方便面呢，方方面面的。怎么了？哎，在德云社他没有什么学，我师父叫小本。小本小学本科。小学没有本科。于谦老师。于老师幼本。甭问了，幼儿园本科。岳云鹏。小岳胎本。啊，胎教肄业。还肄业呀？对，这10个月还没毕业是吗？对，这行话叫早产。别瞎说了，这真是那样的。那没有什么学问，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嘛。少来这套，很有限。那您呢？哎，大这学生都楼了，你大学毕业呀。您大学毕业？对了，你不就是个烤串的吗？你看知识多么的匮乏啊，词语多么的苍白。对不起，你是个搞烧烤的。不爱听他讲话就在这里。那您怎么大学毕业呀？大学毕业。对了，哪个大学毕业的？南开。净来这套。怎么了？南开怎么了？啊，南开怎么了？你们去过南开？你去过南开吗？你我没去过南开。就是南开有几个大门，南门冲哪儿开你都不知道吧？冲南开呀，要不能叫南开吗？这么好的包袱少有。怎么了？我也没去过，怎么了？您没去过，您别老说人南开大学。我不是南开的啊。那您哪？您北开的？您还是天托的？天托什么呀？田托都不知道？不知道。好，你怎么正根儿啊你？哎呦，行啊，你个老 baby。别来这套，说出点词来。我就问您，您哪儿的？国外上的大学。国外？国外啊。对了，哪所大学？哪所大学？我们那个学校英文名叫Eton School。什么？Eton School。不，您稍微慢点。Eton School。Eton School 啊。Eton学校。您那是国外大学吗？伊春也没这学校。我跟你讲不了，我大学我跟你告诉你干嘛呀？你万一去到我们学校的大门口磕头跪下跪怎么着的，没有必要。不是，我不跟您说说，我了解了解。我先不管我们大学啊，我先跟你说说我们大学门口有一个雕像。
有雕像，我大概能知道。有个雕像，嗯，哎，雕像，雕像那缺一胳膊，缺一胳膊，杨过呀，那是你们学校雕像。我的妈呀！啊，你们家缺一胳膊就是杨过？不是缺一胳膊，杨过是谁呀？你们要学校缺一胳膊的吗？有那样的吗？那谁呀？缺一胳膊那个？哪个？叫什么？维塔斯。别来这套了，维塔斯唱海豚音那个，缺胳膊那是维纳斯。维纳斯不打台球的吗？打台球的那个是戴维斯。戴维斯不牛仔裤吗？那是李维斯。李维斯不主持人吗？那李维嘉是主持人。李维嘉不香港首富吗？香港首富李嘉诚。李嘉诚不是网红吗？那是李嘉琪。不，这李佳琦不是奶牛大王吗？那是，我也不知道了。妈呀，我还以为你都知道呢。废话了，谁知道你们学校一排雕像啊？这是干嘛的呀？我哪个大学呢？我不想告诉你。你不告诉我就不了解了。有学问就行了呗。头皮屑都甩出来了。有学问就行了呗。有什么学问？您哪个学校毕业的？您哪个？北京工业大学呀。啊？北京工业大学。北工大吗？对呀、啊。北京工业大学。啊。说出来，你怎么的很露脸吗？露不露脸呢？我们是那学校的呀。不在乎这个、啊，在乎的是真正的学问。您呐。对了。您有什么学问？有什么学问啊？啊。出口成章。就您。对了，上学的时候别的不说，啊、语文最好。哦，那不错呀，语文最好啊！在什么？哪个叫《唐诗三百首》？哦，烂熟于胸。嚯、哦，烂熟于心。你这成语都有啊？啊，成语就这个。上学都学个诗仙谁呀、啊？谁呀、啊？李白。哎，对。诗圣。嗯。杜甫。嗯。诗王、啊、谢逊。对。谢逊。啊？那是金毛狮王。狮王是辛吧？那是狮子王动画片了，狮王黄飞鸿，黄飞鸿狮王争霸，那是争霸，怎么就霸人抢走了？谁霸人抢走了？你说白居易都知道、啊、上学的时候不都考这个吗？是天天背诵唐诗三百首，有这个？有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机何所思，问机何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肯德，我以前在肯德基上班。那你们也老问这个的、啊？这都会这个。又都会。对了，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无所思，女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爷名。啊，夜无大人，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借烟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你可以鼓掌啦！你看，这都有。就是你们那《木兰辞》最后是可以鼓掌了。对，你们这写的是背诵全文是吧？这是这样的呀。我们这不一样啊。哎呦，都这个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然后呢？两鬓苍苍十指黑。嗯。卖炭得钱何所营？对不对？可怜身上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我跟你借。城外一尺雪，小驾炭车碾冰辙，都会呀、啊。可以鼓掌了。跟出师表，我出师表也行。先帝创业未半，嗯，而中道花光预算，哎，都有这什么出师表？就我干嘛？我非得背全了吗？背不背全，您不能就留这两姑娘。怕我背全了，你学会了。我学会了。我跟您说，真正有能耐不是这死记硬背的。知道啊，知道，就是展示一下嘛。啊、展示一下得活学活用。咱都知道，你看唐诗宋词都得了解。嗯、上，你看这，比方你看着什么东西了？啊、这个诗词啊，陶冶人的情操嘛。哎，对对对。哦，在家里边，哎，沏一杯龙井茶，爱喝茶，看着茶叶缓缓的飘落，嗯，往里边撒点胡椒面，撒那个干嘛呀？秋水长天一色啊，对不对？本是后山人，偶作堂前客，醉舞金阁半卷书，对景说天阔。是戏功名，海斗梁福祸。论到囊中羞涩时，怒指乾坤错。错错错，是我的错。
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老师，您这个如果要唱出来的话会更好。也可以。错错错，我夸你呢。我的错啊，这可还可以用泰文。丫头妹妹哈妹赞萨瓦迪卡之后萨尤那拉，真好。这泰文刚问人问好了然后就走了是吧？这告诉你，告诉你，你告诉我什么呀？会翻译，活学活用。您呀在这儿咱们展示一下，活用活用，即兴发挥，来呀、啊，看看您考学问。对呀、啊，来呀、啊，考学问又不是料教，您这干嘛呢？一肚子学问，一肚子学问，没别的，这里边都是。哦，都是能耐。那是的，你当这里是什么？学问都溢出来了，看。嗯，好家伙，学问都溢出来了，您这都有点滋滋冒油了，这是。行，那咱来个文字游戏。文字游戏，嗯，好，开始。您不要紧吧？干嘛啊？有硅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哦，文字游戏就是蚊子呀。学文，我是蚊子呀，蚊子叮、啊、您是蚊子，我也不是游戏啊。我跟您说吧，文学汉字之较量简称文字游戏。看你说那么复杂。我说复杂不复杂呀，不是文学较量吗？咱来个词语接龙。词语接龙，哎，什么意思？就我提这么一个字儿啊，您接后边说词语或者是成语，顶针续忙的衔接，连接到最后一个祝福语上。好，说出来，说一个字儿。嗯，大伙来，自头咬自尾。哎，顶针续忙。顶针续忙。对，你看顶针续忙，你听这词儿就不是什么有学问人。啊、谁说的呀？顶针续忙啊，接到哪个词儿上？接到十分美好。接到这个词儿上。嗯，可以。好吧，来，哎，我呀，我给你降低一个难度。什么难度？你可以音同字不同。哎呀，有点多余了。什么菜呀，喝成这样了？这嘴依了歪斜的，这是。咱这学问有那必要吗？好家伙的，行。也行，听你的，音同字不同。你能明白这个？不就随便说一个字接到十分美好上吗？要领你掌握了。比方说，张鹤伦的张，就接张字说，接到十分美好。对，张冠李戴。哎，你得接戴字往后说。戴罪立功，功。公私分明，明，名副其实，实，十分美好 ，so easy 呀、啊！哎呦，有什么难度、啊？还真说上来了、啊，准备半天吧？怎么叫准备半天？打个比方说张鹤伦的张，对，打比方嘛。来说我，郎鹤炎，郎鹤炎，郎郎，狼心狗肺，到我这儿就没好词儿，我就啊，行行行，废废废，废寝忘食。十分美好，还有谁？有点能耐。哎，那郎鹤炎要言呢？言过其实，十分美好，还有谁？好，好，好，好。哎哎，咱换一个，德云社的德，德才兼备。好词儿，备。备战备荒，荒，荒山土岗，岗，岗位责任制。这词儿是你这岁数说出来的。啊，志，志同道合。好词儿，合，何去何从？从，从弱到强。好，强，强大无比。比。比翼双飞，飞飞沙走石，石十分美好，还有谁？今天是个团建的节目啊！好好好，行行行，哎，咱这样，你也别提字儿，我也别说词儿了。你那意思呢？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提字儿，你给我接到十分美好。你那意思让观众随便提一个字儿，我给你接到十分美好上，好不好？不可以，不这。可以呀、啊，咱们按照背好的词儿来，好不好？哎，咱们哪有字儿？开业啊！你别给整砸了！没有啊，没有啊，我得摁住了他。开业，别整砸了！别砸了也不是砸我们，砸的是你，对不对呀、啊？非得砸了！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啊，他跟这儿卖派自己学问，其实他一无是处，您知道吗？咱们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天津人都是有学问的，咱们就给他提那犄角旮旯的。哎，阴山背后的，字典里都找不着的那个词儿，咱争取难为死的，好不好？我在这儿谢谢大家。哎，
我吓我一跳去。哎呦我的天！来，你要翻一跟头呢。哎，我这肚子得叠起来。咱们提字吧。太好了，刚才人家说了根儿。哎，你们够根儿的。别来这套。别来这套。根儿。哎，你锁下挺根儿啊。我用你夸我。根儿。来吧，姐姐。不是有头发就是你姐姐。我看这都气得很。那小秃瓢。老帮菜。歇你啊。你看我一说歇你小朋友。他可能乐的是头一句啊。根儿。根儿。我让你打名来了。那也没用，那也是根儿根儿啊，根儿啊，根儿，字根儿根儿的一声，什么词儿啊？这是根儿，这跟哎这跟我们天津人说那个不一样、啊。哎，根儿的一声，行行行，生生不逢时，时十分美好。哎，不是呀，哎呦喂！你们这太照顾他了，对不对？这太简单了。这边朋友，这字儿有点难，有没有？饕餮的餮。你告诉我这字咋写？你管人怎么写？我给你降低点难度，多少划？这个字，你说这词儿多少划？我给你来个汉传好不好啊？啥叫汉传啊？啥叫划啊？多少笔画？多少画？你这方言，正字念划吗？我这是方言呀、啊。划船的划。你别划了，有轱辘显着快点啊！来，这哪个字？贴。不说这个，换一个。什么叫不说这个？贴。贴。嗯。贴。贴的一声，生不逢时，十分美好。还有谁？真是没谁了，啊！来这边的朋友，闷儿闷儿闷儿的一声，生不逢时，十分美好。还有谁？张鹤伦，今天都是你们家亲戚包场是吧？怎么了？怎么了？有钱、啊、能真的假的？来后边的朋友，纯，好吗？纯。谁说纯的一声？你以为头一排我听不见是怎么着？啊，纯的一声，他说纯的一声了，你不能说了。纯的两声，我夸你呢，啊，两声、三声、n 声都不行。纯，纯，纯，这字怎么写？哎，纯字咋写？这词儿太水了，这纯字咋写？写，写不下来，写不下来，这太难了啊！写不下来，来，写，来，回来来。咱别老给他提醒啊！来龙去脉，脉，脉脉相传，传，传家之宝，宝，宝刀未老，老，老当益壮，壮，壮志凌云，云，云开日出，出，初生牛犊不怕虎。虎，虎踞龙盘，盘，盘根错节，节，捷足先登，登，登峰造极，极，集思广益，益，意志更坚，坚，坚如磐石，石，十分美好。还有谁？不错不错啊，有点文化，这难为都差不多了，咱再来提个词儿啊，两听表扬，点开，表表的，你再说，表表表面，面呢？面面俱到，到到，听图说说，说一不二，
2:51。你十分美好。还有谁？哎呀，这都已经被他洗脑了。哎，咱们再来一个，难为难为他。嘎，不行，他嘎的又一声，他是啊，叶，哎，那个是叶，什么叶？开业大吉的叶，叶叶叶叶，劝业场。那是劝业场啊！你这划拉划拉就过去了是吧？倒装句不行，倒装句儿，叶，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一哥们儿，想问天，你在哪里？还好，太捧了您这是，啊，就这半句儿啊。夜，夜黑风高，高深莫测。厕所在哪儿？哎呀，这词儿太，哪儿有厕所？怎么就这么着急吗？所里有人，人满为患。换间厕所，所里又有人。哎，我说您等会儿，咱能不能别老围着厕所转呢？好好说，人啊，人。人人小鬼大，啊，好词儿，大。大爱无疆，将心比心，不错，心心相印，好印贼作父，父相伤害，害想咋地？哎，你也会什么乱七八糟的？认贼作父，怎么印贼作父呢？我东北人，我们东北人都这么说，咋的呀，老铁啊？没毛病，老摸了茶菜啊。好，就这么说。滴滴打车，这词儿真差劲。车水马龙，好，龙容光焕发。哎，不对啊，容光焕对，他还印贼作父呢。好，发扬光大，大泡泡糖，这词儿糖。糖衣炮弹，弹尽粮绝，绝地逢生，生不逢时，十分美好。还有谁？说上来了。下面请您欣赏《百兽图》，表演者秦霄贤和九华。哎，叫谁我都啊，反正，哎，啊，感谢您吧。哎，这个上一场是谁呀？叫张鹤伦，伦哥，跟郎和岩，嗯，二位说了一段，哎，说了一个很卖力气的节目，嗯，很有文化，对，那十分美好，哎，成语接龙，换作是我就没戏了啊，对。观众出的词儿都听不懂啊，扬啊，这字儿我都不会写。两个人说的不错，嗯，下去休息休息。这场把我们小哥俩换上来了呢，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哎，有认识我们的，也有不认识我们的，嗯，得说一说。有记几个人的名字啊？什么词儿？记几个人？还记几个人？有什么名字呢？啊，叫秦霄贤啊，祥仁姐的一个小学生。好啊，介绍完了我了呢，也得说说我身边的这位，嗯，我的搭档。哎，撒什么狠儿啊？叫何九华。哎，不开心啊？开心就拍，很开心了，很开心了。今天来了也很多观众朋友，谢谢啊。啊，说实话，今天这一场呢，是我们在天津演的最后一场。哎，对，啊，演完我们就要走掉了。啊，还是很。说实话，来天津演出非常紧张，哎，也很激动。因为在我学相声到现在为止呢，我经常听到师哥跟我说，嗯，天津的观众不好演，嗯，那因为打小就听相声长大的，哎，熏陶。对，但是能在天津演一次呢，
会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好、哦，我是因为我是哪儿的人啊？我是东北人。哦啊，他就不一样了。我呢？他是正经的老北京。说实话，老北，你是不是想说老北京啊？老北京？嗯，北京人。哦，北京人。嗯，北京，说实话。他的生活环境就跟我的就不太一样了啊，有什么区别吗？他属于哪儿呢？他属于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哎，胡同串子，哎，什么什么，嗯，什么东西？胡同串子吗？哎，对对，有这个词儿啊，胡同串子，也不用这么说，就用你们东北上说叫街溜子，对，可以这么理解了。嗯啊，人家是胡同里长大的，哎，对，但说实话，我说相声以来呢，跟他接触了。发现北京人好多有生活的习惯，哦，这是每个地方习惯不一样。哎，对了，哦，我发现北京人很爱玩文玩，哦，文玩，对，玩点手把件儿什么的。哎，对，盘个核桃，啊，对，是有，对吧？是是，啊，你是猜的吗？这是，是核桃，有没有核桃？有有核桃，对，是，没什么事，拿手里哗啦哗啦哗啦盘。哗啦哗啦的盘啊，就那个声嘛，就那动作，我还被揉碎了呢都。揉着东西哦，对不对？嗯，我就不爱玩这个。啊，您不喜欢？对，哦、还除了玩盘核桃，嗯，铅球，哗啦，铅球，多沉呢那玩意儿，铅球嘛，就是银色的，不大点儿，那个长这样，揉，健身球吧，是不是？对对对对对，你们家那玩意儿叫文玩啊都。那不揉的吗？打盘揉的就算文玩吗？啊，就是也是盘着玩，爱玩这哦，对不对？嗯，我问过他，问我什么呀？为什么揉这个东西？嗯嗯，防止老年痴呆。哦，这岁数大的人揉的多是吧？对，34岁，你提岁数什么意思啊？这是你推我干嘛呀？34怎么了？这也不是老年人啊。34岁，对，就开始防止老年痴呆。对，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早预防呗，还有玩儿、嗯，还玩玩那个扇子，啊、哦，扇子，这不有吗？盘，拿这个鼻夹沟这个油啊，我头回听这词儿都，鼻夹沟的油，这就叫鼻夹沟，孟鹤堂教给我的，你信他的呀？那是我队长，我不听他的吗？哎呦，你还知道他是队长，反正就是在这儿盘，这油多呀。这儿容易出油，他那个油比正常人的油多。我34了嘛？对对对，跟34有什么关系？他是油多，嗯，我们正常就是浮浮一层一小层，哎，他不一样，啊、不揉东西，这都往一滋，嚯，滋油。哎呦，我该炒菜都。滋油真的，他炒菜方便。怎么呢？人往里倒油，你挤，哗，把它挤油，多恶心啊！这个，那不你说的吗？我也没有这么滋滋滋的，这油多哦，盘着吧。啊，对，这是文玩呀，玩这个。嗯，还有玩什么呀？嗯，玩葫芦，啊，葫芦，小葫芦，正常拿着这么大点小葫芦，手把件，小把件，天天就搓，哎，也是鼻夹沟啊，就搓，搓，这边盘葫芦，这边盘扇子，哎，就搓。哦，人家哎有这爱好。好家伙，对不对？但正常都玩这么大点的，他不去。这边盘葫芦，这边盘扇子，好了，这俩人碰上就是葫芦丝啊！这个，掏了你啊！原来你还盘葫芦丝啊！我疯了我！你说的不是？然后你刚才说什么？人家玩那种正常都玩小葫芦，小的他不去。我呢？他喜欢玩大的，啊，就稍微大一点。小葫芦不行，玩大葫芦。大葫芦，回家脱衣服，脱一丝不挂，抱着葫芦就脱，揉揉耳就揉。我比葫芦还累呢，这玩意儿。怎么了？怎么了？这盘一圈啊，喜欢玩，好，喜欢玩。后来觉得这种文玩啊，没有什么意思，这不过瘾，这都死物。哦，玩活的，盘活物。不，谁说葫芦娃？盘葫芦娃，他爷爷同意吗？哎。他说我是葫芦娃，他说啊，喜欢玩这些东西。哎，后来还有，我看北京还有玩鸟的，有啊，何九华怎么了？盘鸟，盘鸟，年头啊，年头，盘鸟，你别乐行不行啊？在这儿，让优酷把那个机子先关上，年头，盘鸟，鸟。你不用单说这字儿，
你先告诉我怎么盘行吗？你别管，我盘鸟我不管。喜欢玩鸟吗？说盘鸟，别玩儿。喜欢盘鸟啊，盘鸟行，小鸟。这加一大小就不好听了。正常都是玩小鸟，像麻加巧、加巧、麻雀啥的。哎，对对，说加巧啊。对呀、啊，对、啊、你这琢磨什么呢？你天天34岁脑子，你这想的都什么？你怎么不问他们呢？我不敢，人买票了能说人家吗？那你问网友啊，玩小鸟嘛，加巧、麻雀什么的。非强调一遍啊，但是小的玩没劲。反正今天最后一场，你说吧。玩那种稍微大一点的鸟，鸵鸟，我骑着盘它呀，我。哎，你盘它后脑勺，亏你能想到后脑勺，还我还不赶紧抱着脖子，我还，哦，把它打脖子开始盘。我有病，我有病，对不起，见笑了，见笑啊！你行了，行了，不是咱，你快点，咱到底盘什么鸟？就是喜欢玩就鸟嘛，我也不懂，我不玩这些东西。你别玩这个，别玩这个，没什么事去逛那个北京有动批，动批动物批发市场，那不买衣服的地儿吗？那不是？卖鸟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十里河啊，对，有那么个地儿，十里河。对对对对对，去找这个五金店，干嘛呀？买鸟吗？订一鸟笼子，这是哪儿？五金店没有买，就是那花鸟鱼虫。对，花鸟鱼虫。对，花鸟鱼虫市场。嗯，去里面找鸟去。哦哦，对不对？找这鸡进去以后，那屋里全是鸟，墙上挂全是鸟，全是标本啊，这是。全是鸟，挂什么小鸟笼子吗？挂的都是鸟、啊，活的哈。啊，进去以后呢？这个四四方方一小屋，嗯，走进去看这些鸟都不喜欢哦，看墙旮旯墙角有一个，嗯，走到老板面前了，老板，我要你的那个鸟，对，我要你身后的那只鸟，哦，正好挂那老板脑袋后头，挂脑袋后头，哎，正常就是玩这种鸟吧，这种鸟没劲，不能沟通。怎么不能沟通？他就玩鹦鹉，啊，鹦鹉能说人话，啊，对，能聊天啊，哦，这样有意思，哦，就这些鹦鹉，这鹦鹉多少钱？嗯，啊，这老板说我们不卖这，怎么不卖？这个残次，啊，鸟是残次品，鸟有点问题，就没有腿吗？没腿干嘛？这鸟啊，什么毛病？就是他说话，他不太会学人说话，哦，他就会说俩字儿，什么呀？谁呀？这是个东北鸟啊，这是。谁呀？谁呀？没事儿，没事儿。怎么？我就要这只了，就看上这个了。知道我是谁吗？跟人说这干嘛呀？何九华。怎么了？哈。认识吗？谁呀、啊？你谁呀、啊？不认识。嗯，嗨，嗯，秦霄贤认识吗？或者老板娘们都来了，这是哈、啊？怎么着？不认识。哦，也不认识。岳云鹏。嗯。我跟老板说，没跟鸟说话，你知道吧？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咱我这不是学你吗？跟老板说话，啊、对跟鸟说吗？我们这是对话是吧？对你跟老板说呢。啊，老板认识吗？啊，不认识。啊、哦，也不认识，家里没电视啊，这是。郭德纲认识吗？过分了，你们都不认识啊？过分了，你们知道今儿看谁来吗？都这。啊，这我知道。哦，我师傅，哎，我都不叫他郭德纲。我都叫他老郭，知道我有多呢吗？这鸟必须今天卖给我。哦，吓我一跳。告诉你，把兜里拿出5000块钱来，嚯，啪就摔桌子上了。啊，转身他就走了。气谁？鸟不拿呀？啊，
对，还拿鸟啊？多买鸟来的吗？反正就拿回家了。买回家以后，找个墙上挂。嗯，挂墙上，看着你。就说俩字儿啊。对呀、啊，试试。你好啊，谁呀？你叫什么呀？嗯，谁呀？我是傻子。哎，这节目不用我吧？是不是就？谁呀？我是傻子。什么玩意儿？就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哎，你这是不是一个自传体的故事啊？这是。你啊，我行，我怎么也是傻子呢？谁呀？哎呀，你入乡随俗嘛。嗯，你跟我搭档，你就是傻子嘛。啊，谁呀？这不开心啊！何九还说，你说我花5000块钱买俩字儿，谁呀？人家不早告诉你了吗？就说出去溜溜弯吧，啊，出去转转去吧，这样能心情好一些。哦，出去溜弯去。嗯，他刚出门啊，嗯，外卖来了。我就是傻子，咋了？我点完外卖我还出门啊？外卖好，送外卖的就到门口了，背着那小包、小箱子啊，小箱子，当当当一敲门，嗯，这屋里鹦鹉听着有动静了，嗯，就问了一句：“谁呀？”嘿，这句用上了，送外卖的，哦，你不用演那么细致，他们会帮你演那个鸟。你就演外卖员就行，演吧，哎呀，这样还节省时间，快快。谁呀？送外卖的。谁呀？送外卖的。谁呀？咱们是在哈尔滨开一新剧场吗？这是。哦，在天津听着东北话的感觉，哇，好奇怪啊！送外卖的。嗯。谁呀？送外卖的。送外卖的，送。我觉得我能跟你们玩40分钟，这样。送外卖的，就这样，一人一鸟，就这么玩了40分钟，也不容易哈。他遛弯也回来了，我转回来了，走回来一到家门口，呀，嗯，地上躺一人，那是，口吐白沫啊，啊，嘴里还念叨送外卖的，还说呀，送外卖的。好，我们上弦了。他下意识问了一句，嗯，这是谁呀？哟，屋里鹦鹉说话了，送外卖的。嘿，他把这句学会了，还喜欢玩这些小动物，这玩鹦鹉啊，喜欢玩。啊、哦，我哥喜欢玩这些东西。哎，我喜欢。没什么事还出去旅游。对，没什么事就出去热带雨林溜达溜达啊，转转去。撒哈拉沙漠溜达溜达，哦，这非洲啊，哎，喜欢玩这些东西，哦，喜欢去，喜欢转。我这人也爱琢磨，你爱琢磨什么呀？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小动物，啊，是吗？我自己家里也有小宠物什么的，嗯，我养了一个狗，嗯嗯，啊，养了一个奶球叫柯基，养了一个柯基叫奶球，耶、yeah ，好，我差点没听出来，你这个，养了一什么东西到底？养了一奶柯基，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品种柯基、哎、是吧？养了一个柯基叫奶球。哦哦，这对，我自己养了一只、嗯、啊，他也养了一只，我养只，养了一个哈喽，对，叫哈喽，你那品种叫啥来着？就比熊啊，小比熊，小狗，小狗不大点儿，不大点儿，对，挺可爱。我有时候我这人也爱琢磨啊，他养了一只狗叫哈喽，对呀、啊，我就觉得他出门他都会累得很，他有什么可累的？你琢磨他叫哈喽啊，你想啊。你出去遛狗，你旁边有人一打招呼，哈喽，这狗嗖就过去了，你不瞪着点吗？这都，这有时候我就琢磨这个问题啊。好，而且，但我有给你想过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想一什么改名吗？不不不不不改什么改想什么？它是小公狗吗？啊，对，是公的。你是不是得给它找个女朋友啥的？我还没有呢。这不是啊？这你那不嗯嗯。嗯哎，师傅，明天还能演？你不是这，我是给他找一个。你是不是给他找个女朋友吧？啊，这是准备呢，对吧？啊，是，我已经给他的名字已经想好了，女朋友的名字。对，叫什么呀？叫 Nice Two， 生的孩子叫 Meet You， 他们一家子出门叫 Hello Nice to Meet You， 好无聊啊。
就你会点英语全搁我们家用啊，都多好啊，都我这人爱琢磨，不用就光棍挺好，真是爱琢磨。我真是，我一天有时候在家里面躺床上，我就觉得我奇思妙想，我这个人真的。哥，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要开什么脑洞？说你没什么，你是不是爱去热带雨林玩？热带雨林挺好啊，对吧？对呀、啊，问一下啊，你问，你去的那个热带雨林里，嗯，它是不是就挺吓人的那儿？你就躺床上琢磨这事儿啊？不是，是挺吓人的，是不是吓人？是。我问你啊，如果你遇到了危险，你该怎么办？遇到危险？对，我遇不到危险。不不，你遇到。我遇不到。不不不，你遇到。我遇不到。不不不不，我会让你遇到的。那你就直接通知我什么危险不就完了吗？啊，对，那你就通知我。好比方说吧，哦，你走在热带雨林里面，嗯，你碰到了野狼，你该怎么办？迪斯科啊，迪斯科啊，对呀、啊，没错啊，让你来一个。我就有一个问题啊，你先问这个问题，就你碰上野狼了以后，你跟他画个龙？不不，他负责画个狼，你呢画个彩虹。不是，我问你碰上狼了，你该怎么办？就有危险是吧？对呀、啊、对呀、啊，跑。嗯，怎么听不懂啊？跑。不是你跑不过他，他四条腿。你两条腿你跑不过他。不姐，不是不光是腿的事儿，我可以努力啊，我使出窜稀的劲儿跑啊。喷他一脸。干嘛喷他一脸？就好比放一个烟雾弹，知道吧？狗过去就那狼啊骂着街追你，真的。我喷他一脸他还敢骂街呢？他怎么敢张嘴骂街呀？这个你别，不是没有用，你使你那涡轮增压都不好使，喷射都不好使，我代替，没替，没有替也没有用、哦、没有替啊，跑不过他，哦，腿上就不行哈，你别人少俩腿呢，嗯、怎么办？哎，这么着吧，啊，等死。不，你这个对生命你这不尊重。那我没辙了，跑也不行，等死也不行。你有点求生的欲望没有吗？没遇着过。我琢磨过，我也琢磨琢磨吧。我琢磨过啊，你们琢磨呀。嗯，走在热带雨林里啊，后面有一狼追你。首先来讲，你是听见他的脚步声的啊，你听到了脚步声啊，你该怎么办？把耳朵捂上。啥？这不听见脚步声就有危险了吗？就把耳朵捂上。这不、啊、你听见是不是有危险？这有恐怖我来了，你捂上啊，这听不见就没有危险了，对吧？然后你自己心里默念呀，啊，你卡玛卡阿卡玛卡尼卡玛卡布，嘿嘿嘿，我是傻子。哥，你今年34了，这跟岁数没关系，你这老有少心怎么了？就是我能问一下，就是嗯，狼来了。你堵耳朵？对呀、啊，你感觉到危险了呀，然后就听不见了。对呀、啊，不，这都不行，又不让我说了，因为你不知道啊，它不咬你脑袋，不咬我脑袋，它咬你腿窝。你先等会儿，腿窝是哪儿？你不知道腿窝吗？腰窝我知道，腿窝不知道吗？啊，腿，哎，我这还得给你比过腿这里边这地儿，哦，抽筋儿了，就这后头这块是吧？对对，哦，就是波棱盖的后身是吧？哦哦，对，咬这儿，咬这儿，它咬你腿窝，怎么咬这儿呢？你这咬完你就跑不了了。哦，对，先擒住我。你能想出怎么办吗？我不知道了。我想，怎么办呀、啊？你想出一办法啊？你走在热带雨林里，嗯，后面有狼正在追你啊。是，这时候你需要一个道具。什么道具？一把雨伞。雨伞？对，哦，哎，雨伞。哦，但这种短的不行啊。怎么着？打那种长的。长的？哎，对，但别太长啊。大排档那种雨伞也不行。我知道，扛不动那个。谁扛那玩意儿去热带雨林啊？那长的雨伞。上那支摊去了吧？长的雨伞。哦，必须得结实。嗯，
而且得有按钮啊。哦，摁的那种，一摁那种，那个雨伞啪就打开那种。哦，这能救你一命。哦，雨伞遇到狼之后能救命，太对了。怎么办？太对了，这个狼，他在后面追着你。嗯，你跑着跑着，突然你就停住，咔你就转过身来，你们两个人，一二三，四目相对，这还用得着数啊？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你那个办法了，真的。你先说雨伞。雨伞啊，四目相对。这个时候狼也懵啊，怎么懵啊，这个人他转过来了，他要干什么？嗯，我是不是得咬他了？对，咬我腿窝吧。哈，我要上了啊。这个时候你趁他不注意啊，把这个雨伞抬起来。你等会儿抬起来，这拿起来。哦，摁开这个按钮，嗯，你雨伞就撑开了。是，慢慢的往下蹲。嗯，告诉自己，我是蘑菇。起来！你先等我，这还不如我那个米卡马卡呢。我这最起码老一可爱，这是蘑菇。咋了？我这也还行。蘑菇，你蹲啊？哦，不是，我问问你，就你想这方法是为什么呀？你们琢磨呀，我们现在特别好奇的，你们得琢磨呀啊！这狼啊，它吃肉，它不吃素。我是蘑菇，哎，它就不吃我。哦，那是不是把这雨伞调过来也行啊？为啥呀？这调开以后打开，然后慢慢往下蹲，告诉狼，啊，我是金针菇。是不是也行？什么破玩意儿？这不你琢磨的吗？这不是？我觉得我这蘑菇比你那金针菇高级一点。我觉得我那个更高级，知道吗？不，你这多好，这不挺好吗？不行吗？不行吗？当然不行了。不行，我还有别的办法呀。啊，还有别的办法？咱这一宿咱琢磨的事儿多呀。嚯，这一宿什么都不干。这把雨伞你必须得手里拿着啊。我知道，雨伞不拿着，从这儿穿过去啊。拿着啊，拿着。这狼他可就要扑你了。哦。他扑起来，他可是跃起来，哦，窜起来，他就跳起来。哦，这时候他把嘴张开了，嗯，瞄准他头，瞄准他这个梗嗓咽喉的位置。我怎么看见的？一张嘴，你不就看到他嗓子眼了吗？啊，噗，你就捅进去。这时候把按钮打开，嗯，这时候狼他就不是狼了，他是蜥蜴。嗯，我要遇到狼，我选那头一个办法。我是蘑菇，咋了？这招不好吗？最起码死一踏实，这个有用吗？这就行啊，这个啊，行，我琢磨一宿才琢磨出来的呢。行，那到时候你去，不好吗？那我问你，捅嗓子眼是不是这招算是好使？哦，这可能能挣吧一下。九死一生嘛，你这种东西，你让狼追着你能怎么办？你跑也跑不过，对不对？啊，你撕吧不过他。就赌一把呗，你就赌一把了嘛。啊啊啊！这是不是一个办法？行吧，这是你能看见的危险啊。哦，还有那种你看不见的危险，什么呀？蛇，蛇。哎，对。哦，有一种蛇有剧毒。嗯。眼镜蛇。哦。这个蛇，科学家说了，如果说让这个眼镜蛇叨上一口啊，必死无疑。什么科学家又叨上一口？就咬着叨上，咬上一口，必死无疑。是，怎么了？真的。刀上一口啊，就必死无疑。嗨，那不科学家说的吗？我碰不上。不是，刀上了就必死无疑。不，他刀不上我。哎，刀上了就必死。他刀不上我。我会让他刀。刀，一把杀猪刀，刀啊！哥，我问你，说，你遇着蛇了，你该怎么办？对，跑啊！你怎么了？狼是四条腿，我跑不过它。蛇没有腿，我能在前边窜西的劲儿撩啊。又喷他一脸，我喷得着他吗？我，对不对？他没有腿，没有用，你跑不过蛇。怎么呢？你别看他没腿啊，嗯，这蛇呀，它肌肉跟咱们人的不一样。哦，它是网状肌肉。嗯，那玩意儿粗，那它固球啊。什么词儿？固球的快，固球啊！哦，嘿，哎，我想到一办法，怎么办？
你随身是不是可以带个什么乐器啊？就是什么笛子，对吧？笛子干嘛？遇到蛇之后你给它吹呀、啊，它是不是就原地就跳？你是没看过印度电影吗？哎，葫芦丝也行。对，这盘，出去盘完串上之后直接吹葫芦丝。嗯，傻事传染，像话吗？你这不好使，没有用，不行了，没有用，没有用，这都没有。哦，我想，你想，我有办法。如果啊，你在深山老林里，遇着蛇了怎么办？哎，你知道空灵鼓吗？就是那种能敲的那种，知道一敲咚咚。对，你可以净化蛇。这都不好使哦，只有一个样东西才有用，什么？雨伞。那不都插完狼的嗓子眼了吗？都有用，你这你拔出来你还能用，你擦不擦吧还能用哦，咋这儿擦呀？擦不擦吧还能用？必须要这把雨伞，干嘛用啊？因为蛇在攻击人的时候啊，嗯，它在攻击的时候，它会把身体弓起来，哦，把身子这样哇下弓起来，弓起来，它把它这个腮就打开了，腮，然后朝你吐信子。信子是信子，信子，他这给你们学个状态吧。哦，这蛇要攻击人了。哦，腮一打开，哎，你让他叨我一口吧，行不行啊？这什么德行啊？这是，那攻击人的不就这样吗？我知道，就是很危险呗。对，就哎，行了，甭学了，还这个状态。哦，他把身子就弓起来了。嗯，这时候你看他要攻击你，你拿这个雨伞啊，雨伞，你就瞄准这个蛇的头。瞄准，用这个蛇头，而且这种眼镜蛇，它很可怕的啊！它刀，它都准备，它出其不意，擦就过来刀你。你要不学那，更好，知道吗？你就说就完了。恐怖啊，这眼镜蛇！我知道有危险啊，我知道了。眼镜蛇把身子弓起来了，哦，弓起来以后，你把人拿这个雨伞啊，拉开你的安全距离，哦，瞄准这个眼镜蛇的头部，啪，就这一下，怎么样？把它眼镜打掉！我去你的吧！下面请您欣赏《酒色财气》，表演者张九龄、王九龙。领导啊，只不过是一普通的高层领导啊，不要这样。你看这花了钱了就是不一样啊。谢谢您啊，哎，这是朋友们对咱们的一种鼓励。哎，作为这个年轻的演员呀，更应该对得起这份爱戴，是得好好的给您说相声。哎，这叫艺德呀。刚才那哥俩说的就是这个份儿的。哦，刚才那二位，哎，一个叫秦霄贤，嗯，捧哏那位叫何九华，哎，两位老师，哎，都是我们后台玩的特别好的师兄弟，关系不错。这段叫百寿图，好，逗得前仰后合的，非常的喜欢。让这哥俩下去稍作休息，哎，休息一会儿。这场给您换上来了，到咱哥俩了。相声演员王九龙。哎，是我认识您啊，您知道德云直发第一人啊。别胡说八道，都过去了，挺好挺好。嗯，为了更好的舞台形象，哎，咱们注意美，服务于衣食父母。对，这个人相声说的不错。不行，为什么我敢台上这么捧他呢？为什么呀？我了解他哦，人家九龙啊，除了相声没有什么别的爱好。是，要愣说也有点。什么爱好？生活当中年轻人嘛，嗯，喜欢极限运动，是这么叫是不是？挑战极限嘛，蹦极。哎，我爱玩这个。我不行啊。嗯，我不行。他胆儿小。我德云社好多演员是都不行。您差着。蹦极也分那个档次的啊，分这个高度。那可不吗？嗯，您初学者就50米，50米就可以了。高了不让上。对，咱100米、150米。嗯，王九龙挑战那最极限200米。200米。嗯，有一定危险性。要不咱能长那么高吗？拉长了是吧？有一定危险性。嗯，但也不是特别危险。怎么呢？有那个安全绳儿。对，都得有绳子。王九龙200米的蹦极，嗯，拴着300米的绳子，这就叫极限挑战。哎，那，嗯，不是，它底下还有那个垫子呢。哦，有垫子保护。哎，有那个高科技那个水泥垫子。
这怕我死的不彻底是不是？刚弄好怕小孩踩，往上弄钉子。我好，你多恨我呀！最后他妈是拿勺给他领回去的。我改肉馅了。哎，就说您呀、啊，爱好还是挺好的。您这爱好不怎么样。朋友们的爱好是听相声。啊，不喜欢人家也不来。哎，我觉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光是那个爱好的四字词语，嗯，能有好多。您给举个例子。花鸟鱼虫，这算了。琴棋书画，好。吹拉弹唱，是是是，游山玩水啊，旅游嘛，都是好的爱好。对，那么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哦，有不好的吗？爱好都有，也有两面性吗？啊，什么爱好不好？四个字哦，酒色财气。哦，这四样不好，都不太好，是吗？咱分着说啊，您聊一聊。先说气，啊，就是生气。气大了不好。嗯。气大了伤肝。对，气大了伤肝，他知道。哎，啊、气大了伤肝。对，还伤屁股。这是我最近呀、啊，您呀，刻苦研跟哪儿研究的？我都在研究。不是这气大了伤肝，我们大伙儿知道，这有学医的朋友都了解。气大了伤肝，这人肝火旺，肝火旺，这是中医的理论，这都是中医的理论啊。多好，怎么还伤伤哪儿？伤屁股？怎么还伤屁股呀？举个例子，没听说过。这人叫王九龙啊，说过一遍了。表面一看啊，嗯、小伙子温文尔雅的，挺好的。这是假象，怎么到我这假的了呢？在生活里脾气特别暴。暴脾气，您是没见过啊、哦！有机会他洗澡，请您参观去啊！没机会，没机会。王九龙一脱这衣服，脱衣服，一身的纹身。嗨，你提这干嘛？真的，咱不提倡。我喜欢这个，一身的纹身，一身的纹身，肚子上纹一炸弹。这不怕崩死我们这个？不是定时炸弹啊，大王和小王。俩猫是不是？哎，我斗地主来了，上这。对，上回他搓澡，往那一躺，我差点没吓死我。我窜了，我也没听说。你窜了是搓澡师傅吓一跳。是，王九龙两边这屁股上啊，这屁股一边纹了700多只苍蝇。你撅那儿数呢是怎么着你？这就是一个量词嘛。我纹这么多只苍蝇干嘛呀？他管这叫一定赢。还是打牌来了我，哎，嗯、这儿闻着砸六尖儿，别砸六尖儿了，哎，这他也有这个爱好，什么玩意儿？哎，平常生活里脾气也大，是是，体现在哪儿？花钱方面，花钱大手大脚。我这种演员，嗯，每天下了班赶紧回家，着急回家，每月拿了工资，嗯，往家里一交，养家糊口，老百姓咱得过日子，一般都这样。王九龙不仅我呢，哎，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不在乎钱。每月领完工资，嗯、人算计就是我下一步去哪儿玩，我干嘛去？钱也是出，不得是之前了，嗯，特殊时期之前出国。前几年出过国，欧洲啊，没少花钱。各位，我要去签证，咱没那资产，签证办不下来。对对对，王九龙欧洲，欧洲11国，11国双日游。妈，这不得累死我们这个！不是11国双日游，我全在天上了，我那是怎么就是2国11日游？那得算深度游了吧？太深度了，跟我们下班的方式能一样吗？有什么区别呀？这在天津，嗯，好像演员有头有脸的下了班，弄一大面包的车给接走啊？都 对, 对对，那叫什么考斯特是不是？考斯特，在北京，嗯，没那个。没有考斯特，我们下班就赶紧坐公交坐地铁回家。哦，挺好。九龙簸箕，我怎么走？有车，有自己的车。当然，现在这社会啊，嗯、你有车不叫事儿，那太正常了。人家好车配司机啊，哦，专车司机多新鲜呀、啊哦！就专门给您一人开车的，就拉我，什么都不用干。哦，那每天王九龙一到后台，是我们都着急赶末班车。对，九龙先换衣服，我不紧不慢。哎，有人等着呢，哇，缓口气儿。唠唠号，喝口茶。嗯，司机在车里永远把空调拧到26度，这干嘛呀？身体最舒适的温度，恒温嘛，你不冷也不热呀，挺好。26度，二十六，提前给您热车。你看看，王九龙这儿一脱衣服，一出门、嗯，往车上一坐，嗯，职业司机片腿上车。对，啊，自行车。对，自行车有空调，还拧26度，还热车吗？先没听说，先跑，先热车吗？我去，他跑啊，热着自己吗？先热他呀！哎，没听说过，摩拜单车专门雇司机，啊、好，对不对？我还坐摩，王九龙一坐车，摩拜单车。低碳环保哦，这是咱们倡导的，是是是，对呀、啊，摩拜是吧？你坐车让司机走了就。据我所知，摩拜可没有后座的。哦，上屁股是在这儿了，上屁股，是吧？
那你就一坐上去 好，这多么痛的领悟啊，这是啊。这你要赶上司机吃萝卜，就等于放屁加屁了呗。我行了。哎，有时候车限号也骑摩拜啊，有的时候。王九龙，那夜生活呀，嗯，干嘛？夜生活先得吃口饭去。哦，夜里得吃夜宵。哎，而且来说，十点多啊，咱们都是正经人。对，这十点多蹦谁不是正经人呀？啊，十点多蹦迪太早了、哦、啊！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我不了解。对，他都有经验，他都对对啊。十点多去开台太早了，是跟王小贤两台，往往没有收获啊。嗯、人家王九龙，说到这自个儿都紧张，都结巴了都。嗯、人九龙先头一场先吃饭，先别着急。北京市中心哪儿？叫王府井叫什么的？嚯，相当于咱这得是那个滨江到劝业场那一系列，比较繁华。咱不是天津人，您原谅啊、嗯。这比喻恰当吗？差不多。王九龙，嗯，王府井那边。经常光顾一家超六星级的嗯沙县小吃、那我也没嘛牌面啊，我也简单吃一口吧。你再超六星那它也是沙县小吃啊、哎、这专车司机到沙县门口一踩刹车、嗯、王九龙后边这行了这叫捏闸这叫咱没车咱不懂 啊对不对，是哎，扫一个就有了，把车停那儿，嗯，好了就停了，来个紧急刹车，他来开到这里吧。嗯，是啊，往饭店一走，特别潇洒。是。哎，我要不先去趟医院吧，我先。服务员啊，先给我来点卫生纸。哦、先垫着点。呵、好。哎，神清气爽。是。点餐，点吃的。嗯，先喝酒。哦，爱喝酒。先喝酒。啊，不行，我这容易发炎。没事，不在乎的。容易发炎。服务员，感染。给我来。勇闯天涯，哦，要啤酒啊！先喝点啤，先开胃。哦，咱不着急。哪一上来喝白酒？是。勇闯天涯，勇闯天涯啊！我要勇闯天涯，我都这样了，我还要去哪儿啊？我还要，哎，嗯啊，你这是去哪儿都是一路长虹啊！是，我谢谢您吧，啊、老滴的血，你这个，嗯，给我来勇闯天涯，勇闯天涯，给我来下酒菜，点点菜，咱听咱老百姓没吃过啊，什么东西吃过？嗯，给我来四粒花生米，你先等会儿，几粒？四粒花生米，我就点四粒花生米，玩吃吗、哦？蒸一个，煮一个，炒一个，炸一个啊！嗯，这厨子得卷死我的。哎，完了之后，嗯，松花蛋，点松花蛋。咱谁吃过松花蛋？你没吃过松花蛋呀？是你长得跟松花蛋似的，你这你长得跟毛蛋似的，你、嗯、你这色儿都沁进去了，你这哎。松花蛋咱们也吃，嗯，咱们怎么吃啊？嗯，就是切瓣，倒点醋。姜末，对呀、啊，咱顶多有钱了，嗯、再来点那个彩椒。那我们一般都不吃啊。人王九龙吃松花蛋能切瓣吗？那我吃松花蛋怎么吃啊？榨汁儿，松花蛋榨汁儿，各位跟喝泥似的，您知道吗？长见识啊！松花蛋榨汁儿，回您都试试啊！别试啊，我们试试啊！给我来一杯松花蛋汁儿。好家伙，上菜去吧！我这当时就发起来了。哎，上菜去吧。嗯，一会儿。一瓶勇闯天涯，勇闯天涯，四粒花生米，不给我个牌儿啊？废话，那沙县那桌子也没多大，还要什么牌儿呢？地方太小。一杯松花蛋汁儿，嘿，您就开始了纸醉金迷的夜生活了。漂亮，纸醉金迷了，我今儿非得醉这儿，我这儿，嗯，哎呀，这干嘛呀？这干嘛呀？餐布嘛，对不对？餐布，哦、餐布吗？哦，餐布，多上点儿。嗯，服务员，给我拿一个高脚杯。啊，高脚杯，您有点太难为沙县了啊！那地儿有高脚杯吗？那地儿去旁边的杭州小笼包借一下。啊，好，高脚杯拿来，拿过来。嗯，啤酒，起开了，一看就混的，我就是，往杯里一倒。嗯，都喝啤酒，都喝。在座哪大老爷们儿我没喝啤酒？不可能。对，当然咱们喝啤酒，咱怎么喝？怎么喝？马路边嗯。一小马扎，对，来俩仨羊肉串，蹲那儿喝一宿，最舒服了。酒笼高脚杯，哦，啤酒倒进去，哇，先醒醒酒，这有醒啤酒的吗？哎，看这个啤酒在杯里摇晃，嗯、看这挂不挂杯，哎，这一杯就甩出去了啊，好，一点没喝，我这太费酒了，我倒进去，嗯，花生米，哇，怎么着，我掰一半吃，来吧，重头戏来了，干嘛？松花蛋汁儿，来吧。好，我这咽药来了，我，这不遭罪吗？你说这不，哎，打这嗝不得跟屎味儿似的？正在。
在您享受人间极乐的时候。我这享受极乐了，我这极乐世界了，我这都是。让您生气的事儿来了。怎么了？边上那桌哦，坐着青年男女搞对象啊，俩人约会的，都有过这经历。是我们两个小伙子吃饭，嗯，俩菜仨菜顶天的，咱们就凑合吃一口。一赶上搞对象啊，嗯，这个小男孩有陋习。什么陋习？总想多点点菜。这为什么呀？显着自己有钱。显着自己有钱，嗯，有钱来沙县呀，有钱。有钱吃沙县呀，你不懂爱情。哦，我是不懂。关键这两个人呢，嗯，有点太奢侈了，点的多。在甜甜蜜蜜就两个人啊，哦，点了八粒花生米，嗨，这不怎么样，两杯松花蛋汁儿，行了行了，哎，旺龙气坏了，我这就生气呀，哼，倒霉去吧，我说人家出门让车压死，什么话这叫，我点四粒花生米啊，你们俩敢点八粒花生米，是，你们就是跑沙县洗钱来了，对了，有上沙县洗钱的吗？不是好人，怎么不是好人啊？哼，真的不是正经职业，我这都能看出来。这结婚没有一个礼拜，你们就得后悔。哦，早晚让车压死。哎呀，一对狗男女，呸！嗯，当时啊，您是本身是内心活动，是，但是您演出时候带着这个小蜜蜂扩音往摘了，完了呢，整个饭店都听见了，全都覆盖到了。因为沙县总共建筑面积3平方米。好好好好好，你就说人家听到了。对面那小伙子腾腾站起来了，嗯，那还不站起来？你说人能乐意吗？肯定不乐意啊！九龙这大小伙子1米9，啊，对面那哥们站起来，比他高半头，比我高半头，头发都比你长啊！快快行行行，快点，比他高半头，嗯，300多斤，大胖子。后来这拳击队退役的，拳击队退役的，嗯，人走过来，说谁呢？说谁呢？问我。刚才话说谁呢？哦，拎过玻璃，啪。给我一嘴巴子，给一嘴巴子。哦，各位，我们哥俩是好搭档，那看得出来呀。我要在现场，你甭说拳击队的，是你就是再厉害人，我帮你一块儿，咱抽他，打死他的。小伙子过分了，怎么了？就打他，就跟打那个便宜人似的，是吗？就跟不要钱似的，哦，抡远了，啪啪啪，打我。各位，我看他挨打，我心里能好受吗？不舒服。抡远了，啪啪啪，你乐什么你？我难受啊，我差一点我就信了，我看您这个挨打，我比吃了那个温温膏我还难受啊。你那是糖尿病，你那是。我难受啊，没看出你难受来。这事儿都梦见多少回了。左右开弓，6800个大嘴巴，还跟那数呢，他给王九龙抽的跟小猪佩奇似的，我这脸都这样了，我哎啊，要我有这么一句话，嗯，叫家有贤妻啊，夫在外不遭横祸，怎么意思？人家小姑娘不得拦着点儿？哦，还带个女朋友呢。小姑娘站起来了，嗯，好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她说咱俩两句，嗯，咱俩能掉块肉吗？好话，日子过的是自己的。对，你身上又有功夫，是你给她打坏了，这大巴掌抽坏了，你要进监狱了，咱俩哪有幸福啊？这话说的多好啊！不要再打了，好不好？不能再打了，拿刀捅死她呀！嗯，这是劝架的吗？这个，这是劝架的吗？这个，刚要拿刀就要。刀砍斧剁弄死你，我就让他这么刀砍斧剁。人小姐边上那个小姐真急了，怎么呢？行了，嗯，你怎么听不出好赖话啊？听不出好赖话，这个性质变了哦，寸铁为凶，这为凶器。你说咱们本来是民事纠纷，普通老百姓吵架，你动着菜刀，你真就犯法了，性质这就变了，凶器懂不懂？嗯，一把给刀抢过来，嗯，扔到一边，顺桌上把那勇闯天涯拿起来，啪，来玻璃碴子扎他，不算凶器，扎死他，扎死他。这娘们真狠，真的真狠。小伙子接过这玻璃碎瓶子的茬子，好家伙，把你摁躺下，嗯，冲着屁股，哎呦，我的伤口，哎，行了行了，气大了伤肝啊，我还伤屁股的。哦，这么个伤屁股。哎，玩归玩，闹归闹，就说什么呢？各位啊，别那么大气，不要生气。哎，您琢磨，您在外边生气，回到家里，嗯，咱跟妻儿老小一发，嗯，太犯不上了。是 是, 是。你要说有气呢，您来德云社听听相声，嗯，开开心心的。咱比什么都强，对，还是别生气。这属于什么呢？嗯，是气。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酒，喝酒。哎，这个酒文化呀，嗯，在中国那可真是太悠远了。对啊，这酒文化，杜康造酒吗？有，但是有的人能喝，嗯，有的人他不能喝。什么人能喝呀？这都天生的啊。啊，您边上准有这朋友啊，肯定有。喝完酒脸红，
哦，就是上脸吗？那上脸这都不对，上着脸红上脸，你没有专业知识，上脸吗？为什么他会脸红？为什么？我网上查过，嗯，他的肝里边少一种解酒的酶。哦，这是真的啊。是啊，如果说脸红呢，就是轻微的就酒精中毒，酒精过敏啊。如果说边上要有这样的朋友，嗯，是咱好哥们儿的，别让喝，劝着点，啊，这是为他好，犯不上。而且还有人能喝，嗯，什么人能喝？我一说好多大哥咱都有共鸣啊。您说呀，就是他什么喝完酒啊他漏酒。我听说过。这我理解什么漏酒呢？漏酒一会儿人家就好比说出汗啊，酒精挥发，冬天吃饭，嗯，这哥们儿喝一缸白酒，四脖子汗流，那是怕结账。哎，不是怕结账，你等都跟你似的呢，嗯。哎，喝啤酒一会儿，还有那个漏酒叫走肾，就是尿出去了。这种人更多吧？对，同样喝的酒，嗯，他上六趟厕所，对，他醒酒是不是别人快？他没事儿，走肾快的人别跟他喝，喝不过。他爸爸走肾就快啊，我父亲。哎，王九龙他爸詹姆斯，在那个。说着说着就没有人话了。怎么了？我姓王，我爸爸能詹姆斯吗？这色儿也不像。王姆斯，王姆斯啊，姓什么非得姆斯，是不是？王梅西，王梅西，好，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这是王老爷子。我姓王，我爸别得姓王。王老爷子，王老爷子走肾太快，嗯，多快呀，啊！看着都害怕。怎么呢？夏天喝扎啤，扎啤就走肾有多快啊？您形容一下，喝一扎，尿一扎。喝一扎尿一扎，哎，喝一扎尿一扎，喝一扎尿一扎。哦，最新鲜的是什么呢？啊，这一晚上老是这一扎。朋友，告诉我爸，下回直接套根管儿，啊，自个儿就循环了，就打上来了就，就有个结石怎么办？去你的吧，我像话吗？哎呦，他爸喝啤酒太吓人了啊！什么样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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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喝完了。嗯，花，哎，尿这杯子里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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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不脏啊？太厉害了。是，但是他爸属于什么呢？什么呀？酒后无德。哦，这还能喝多呢？撒酒疯啊！哦，回家竟跟他母亲闹。跟我妈。嗯，按这天津话有点怕婆。哦，怕婆，对不对？嗯，他母亲也有脾气。那是。一看这老爷们喝多了，嗯，不让进家门，主要太骚气。对。两口子打起来还能动手，第二天弄得鼻青脸肿的，啊，没法工作呀。可不嘛，他爸那天呀看见我们哥几个也喝酒，我们也喝，哎，我们喝完就没事啊。嗯，他爸就问我们呀，是那什么九零啊，那个爷们儿好喝酒你也知道，喝多了呀你大妈不让进家门，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呀。嗯，我说您瞧大爷，这么多年酒白喝了吧，问你来了，我教您啊。那你说下回喝多到家啊，别敲门了。喝多到家不敲门，踹门，够横的。哎，咣咣砸门，当当踹门，这行吗？门不开没关系，怎么办呀？在门口脱衣服。嗯，脱衣服，您琢磨呀？啊，家里那媳妇儿心再狠，她扒着猫眼儿得看看喝成什么样吧？也得瞧瞧啊。哎呦，怎么叮当的踹门？喝什么样？哎呦，怎么都光着膀子了？光着呢。哎呀，赶紧进来吧，别外边折腾了，这门不就开了吗？嘿，对不对？真好。哎，别着急进，赶紧进。不行啊，把衣服扔进去你再进去。干嘛扔衣服呀？衣服扔进去你关门，我只能光着，后道堵死。真聪明。到家您弄茶，哦，洗脚水，洗澡，睡觉。是，第二天烟消云散，也不跟着上令。他爸倍儿高兴。我好啊，知道这招。嗯，下班喝酒去。又喝酒去了。嗯，哒哒哒哒，人送外号净化器。我爸哎，五迷三道啊。啊，是什么事儿都忘了，还就这招没忘。您说这个真救命了。那可不吗，迷迷糊糊。嗯，哎，这是我们家的门吗？哦，这到了，来吧。来呀，咣咣砸门，砸门，当当踹门，踹不开怎么办？怎么办？拖呀，这是下一步。拖呀，拖呀，拖呀，拖呀。我教他爸的是拖上身。净化器呢？小净全给拖了。小镜全脱了，啊，上头啊，一丝不啊，光着，连内裤都脱了啊，团成一个球。您别说，这门还真开了，哦，开了，往里扔吧，扔一二，我走你。刚一扔进去，真好，这门又关上了。对，怎么又关上了？里边还个女的说话，说什么呀？下一站滨江道。哎，我去你的吧。
下面请您欣赏歪唱太平歌词，表演者岳云鹏、孙悦。谢谢，谢谢。这个我们俩走上台，掌声雷动，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激动。是，今天是我们天津德云社开业的第二天，也是我们演演出的第三场啊。这个刚才张九龄还有这个黄九龙啊，要不认识就别介绍。不是，我们都管他叫大南啊，大南。嗯，二位给您说了一段，下去休息一下。是，刚才我说我们两个人往台上走，嗯，有掌声，我特别开心。是啊，我以为我一直是属于那种过气的演员，没有想到依然还有人知道我，是不是？啊，谢谢，谢谢。其实说实话，还是不如原来。嗨。稳住了，稳住了，把气儿倒匀了，这心脏病犯了。没关系，哎，这是习惯会就好了。对，过去了，过，赶紧坐好。是来看专门看我的是吧？是。啊，谢谢谢谢。哦，就这段进来的 啊。做一个介绍，我叫岳云鹏，这是我的搭档，叫孙悦。是我。我们两个人呢，行行，没有，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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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好帅？那不好都别好，我告诉你，我不信，你放心。啊，我跟孙老师，谁瘦了？孙老师瘦了是吧？我跟孙老师合作，今年已经是12年了。12年了，嗯，多好啊！在一起12年，我都20多岁了。他呢？你再说再这么点是怎么着，大头？才20多岁，说实话吧。我都30来岁了。对，一圈的嘛。是30来岁，今年36岁，本命年。本命年合作的。对。本命年都不行了。行了，差不多了啊。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是10几年前。24吧那时候。24，今年36岁，正好。正好啊。正好，那年也是本命年。是是是。啊，10几年。不能说是特别的默契，嗯，反正是有一些舞台的经验，互相迁就吧，啊，大大小小的舞台也上了一些，是吧，什么春晚呐，啊，什么，嗨，不提不提不提，你别的也没提呀，啊，你就提春晚了吗？是不是，不是，这是唯一让自己觉得光荣的事情，对，心里能满足一点的，嗯，对对，归根结底大家喜欢我们，嗯，是，对不对？喜欢相声，嗯，你这么些年跟我师父在一起，我师父也教了我们一些东西，对，在台上说相声，这叫什么卖艺，嗯，把我们学的这点能耐奉献给大家，哎，然后呢让大家兜里的钱往台上一扔就，哎，别，没有，不让扔了，不是，就是大家买票吗？不是，我拿能耐换饭，就是，哎，然后我们从您的票里呢，就是，哎，抽点，哎，提取一部分利润，哎，就比如说您的一张票100，嗯，有100吧，没有，这么便宜吗？这，比如说你哦，80，180啊，比如说100块钱吧，啊，比如，哎，第一场唰拿走一些，嗯，哎，第二场唰拿走一些，是，第三场拿走一些，嗯，然后慢慢，哎，给我师傅剩这么些啊，哦，越剩越多，哎，嗯，我们还得交钱，有的演员还得交钱，哦，上台还得交钱，那，哎，磨练嘛。哦，是是，这是磨练相声，这个归根结底不好说，不好来，哎，尤其是现在大家的口味特别的怪，是，听得也多了啊，听得也多，口味也怪，嗯，这个我们呢台底下好好研究，争取把这四门功课呢，嗯，研究得清楚一些，透彻点。哎，孙老师，问您一个小问题啊，您转得真硬，问您一个小问题，刚才我说我们的四门功课，嗯，是什么呢？啊，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啊，好好想想，我干嘛好好想？好好想想。坑蒙拐骗是去年啊，你等会儿，去年没干过这事儿啊。说学逗唱，哎，说的没错，每一门其实都不容易。是的，拿这个说来讲，嘴里的干净。什么？啊？你再来一遍。嘴里的干净。啊，嘴里哈。哎，不是嘴里哈。哎，得利索。哎呦呵，明白吗？您就嘴别干这个，什么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儿，绕口令儿，是台底经常得练，得练。什么八扇屏啊，地理图啊，嗯，报菜名啊，张嘴就得来。是啊，对不对？我给你来一个啊。来什么呀？报菜名。嘿，好了，好吧。我请您吃，嗯，蒸羊羔，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酥，不能忘，你知道吗？不能忘。哦，那刚才是怎么着？刚才这叫什么呀？鬼打墙，保不齐的事儿。哦，鬼打墙。哎，再来回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鱼，水煮肉，一盆米饭，我够了，知道吗？你是够了你，你太能吃了你，水煮鱼水煮肉呢，还一盆米饭还，忘了就是忘了，知道吗？没忘，哎，全忘。总的来说，这个说比较难，是是是。再有就是学，学，哎还学，哎学的东西很多。您说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嗯，都归我们学，归我们学。那我自己来说吧，我自己个比较喜欢的是什么？您这嘴里有什么呀？这是的，这怎么这嘴？您在说什么？什么记什么？记这个，我啊，嗨，我北京人，我说话有口音，您知道吗？您有点侮辱我们了，知道吗？北京哪这么说话呀？啊？我记记个儿吗？我自己个儿，啊，我记记个儿。你怎么不下蛋呢你？真行你！这我自己对比较喜欢唱，是好唱。庸为什么呀？还庸为什么？这一嘴芦灰渣子，这是。因为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嫂子好，知道吗？什么？我打小就保护好我这个嫂子，知道吗？哎呦，咱前几年学了个毛病，抽烟。哎呀，抽烟把这个嫂子给糟践了，没有关系啊。我争取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我给大家唱一回。行了，要点脸吧啊，要点脸吧，什么破事都往外说，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知道吗？又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你不是老拦着我说相声容易吗？废话，我们容易吗？你别给我们惹事儿行吗？什么叫你跟你嫂子好，打小什么疼你还怎么着？长大抽烟，抽烟就给人糟践了。就这么简单啊？你什么都说，怎么了哥？就是哥你怎么了？我点颗烟，我烟呢？谁说嫂子了？你说的嗓子嗓啊，嗓子哎，嗯，学的东西很多，是歌曲戏曲，嗯，我比较喜欢小曲小调的。朋友们有什么想点的没有？五环张嘴就来呀！啊，没别的。五环，一比四环多一环。完了，看来是过气儿了啊！看来是过气儿了。什么亲什么人？会心的人。那你配合我吗？翻过了一座山，这是配合吗？这不搅和吗？翻过了一座山，咱们争取嘿嘿一下好吗？就别一座山了，嘿嘿一下。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辽东白云蓝天蓝，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感谢这人间爱。嘿嘿，兴致也不高，其实传承了千万年，锦鳞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花开山岗哎哎哎哎！您后边有词儿了，怎么着？过气了。听你那观众走了，刚你刚一唱，就站起来就走，人家。我以为啊，你以为怎么的？我以为会很火。这不红就是不红了。啊，你这是干了。哎呀，那我你看，咱会唱的咱就唱，对不对？是都不会唱，
就别给自己圆了。还有什么？小妹妹送我的狼牙，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家里有花风。你看，但他结束挺好。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傻？有没有？没有。自己喊，自己唱，自己在那儿哟哟。是，你上户完都不唱，不更傻吗？这是这个小啊，学啊，学，嗯，学的东西应该是很多。是，咱就不一一列举了。是，还有就是逗，逗最难的啊，各位，最难的。有，就是逗。哦，这最难。对了，有的时候幽默呀，嗯，就发自肺腑那么一种幽默，让大家哈哈一笑。我还发自肺腑。当然了，嗯，我们后台我觉得最幽默的就是孙老师。不能，真的豁得出去，豁得出去叫什么话？豁得出去的幽默，就无有下限。哎，我们后台啊有一个大胖子，是杨鹤通，啊，这么杨主任，杨主任，在前面吗？特别胖。这儿呢。哪儿呢？哪儿呢？那儿呢？哈，啊，对，这啊，就他在那儿，胖的没人样了，是，太胖了，巨肥无比，是，比他轻十来斤，嗯，大胖子，你知道吗？您等会儿吧，好像，您先等会儿吧，没有这么这含沙射影的，知道吗？我含沙射影了吗？废话，你直接骂街了，这叫，哦，他都胖的没有人样，都那样了，还比我轻十来斤，那我就不是人了呗，我就。这个什么叫过去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了，你给我，我就哈哈一笑，怎么了？哈哈一笑，我怎么办啊？啊，确实，你俩站一块，确实是不是比你轻十来斤？没有，我他是不是很胖？是不是胖的没有人样了？您，我敢说您吗？你这不就说我呢吗？我不敢呐。你还不如直接说呢。我直接说您不抽我呀，台上。那最起码我有个理由啊。啊，这就没有理由抽了，这多不好意思，这当着杨可冲的面子，确实挺胖啊，哎，大胖，你别说这，他过去摸人家，我摸他干嘛？摸人大胖，摸人脸，哎呀，说句话，是，呵，大葱，啊，这个脸啊，怎么样？真像我媳妇屁股，幽默啊，这是幽默吗？这就叫幽默，不会聊天的这发自肺腑的幽默，好家伙，豁得出去的幽默，散德行。他刚说完，于老师过来了。谦，啊，哥，摸一下贺通的脸。嗯，孙悦，怎么呢？还别说啊，嗯，还真像。这，来，这老流氓了，幽默，你把他拉下来。然后贺通自己摸了一下，嗯，他就是少个痦子。行了，你们仨太乱了。哎呀，好好笑，这个就你开心。不说这些了啊，刚才主持人报幕，太平歌词，是太平歌词是其实是唱说学逗唱里边的唱，相声本门，我们后台很多演员都会唱，好多人，哎，我师父郭德纲是太平歌词唱的高亢嘹亮，是的，还有张云雷，哎呦，小辫唱的也好听，好听，哎，其次就是我了，哦，你行三，嗯，我原来说我行二，现在我行三，你知道吧？哦，哎，因为谦虚了，就必须谦虚，不红了是吧？确实，嗯，除了我们仨呀，他们都不会唱了，真的，啊，除了我们仨，会唱太平歌词的人，都死了，快绝了。但是呢，我们还不能让他绝，争取呢交给我们下一个。您，我知道，您喜欢抬高自己，这个无可厚非啊。嗯，您这话太损了。不损呢？什么叫除了你们仨会太平歌词都死了是吗？对啊，那后台好多人都会呢。那张鹤伦他们也会啊，他们都死了，人张台头场还演的，诈尸了，就为了蹭个镜头，你也太豁得出去了，师徒们本来穿着衣服上来呢，您请等着，他甭说他们，他没死，他也快了，啊，这
您这话太损了。你甭说张国伦，我也会，我也知道太平歌词。谁呀？你看你嘴撇成那样了吗？谁呀？我呀。你也会？嗯。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不可能。怎么？你什么时候学的？我打小做客的学生。打小做客教这个吗？教啊。后来上班动物园教这个吗？谁打小上动物园上班的呀？冲着大象唱太平歌词。我怎么了？我保佑平安呢，我这怎么着？我大象一屁股坐死你。凭什么呀？会不会聊天啊？大小学相声学过。在我的印象里你根本就不会呀。有我说还没你，你有什么印象啊？啊，你有什么印象？你有这怎么着吵架了是不是？什么叫吵架？你挤来的。我那是我挤的你干什么？我疯了？我说你不会就是不会。你这不就挤的人吗？听着去吧。我都看见你晚饭了，我都快。你怎么了？你突然这爆发了？什么？说那两句还不愿意听了？不是不是，您这话没有这么说的。你这个节目顺序应该是我说你不会，你就老老实听着就完了。我不会就可以了，就过去了就完了。咱俩要不吵起来，后面没法进行，你知道吗？我不能就说我不会，知道吧？再说您这没有一竿子打死一片的呀。哦，谁会谁死啊？后来那么些人招你惹你了啊？你师傅是谁？我师傅石富宽。他都不会？谁说的？你找一小鱼圈抽你呢是吧？头一会儿上来咬你，我告诉你，真行这个，没有这么说话的，知道吗？但我在我印象里，你根本就没有学过呀。谁没学过呀？那这样，姓孙的，这样你干嘛？干嘛？干嘛？会不会说话了？怎么姓孙的了呀？怎么着喊你姓孙的不行啊？谁说不？行，我教您这干嘛？跟你，我问你，唱太平歌词，需要一门这个需要一个乐器啊？对。有吗？是什么？我先问你是什么。呦呦，还是什么玉子板儿。嗯，哟呵，你脑一惊一乍的。呵，还真猜对了啊。不是猜的。为什么叫玉子板？玉子板两片竹板吗？为什么叫玉子板？不是就说慈禧御赐的吗？就御赐，就玉子，就念俗了。几块？两块啊，那一块有什么用啊？你会几段？我也没数过呀，反正多少都知道。好，咱聊聊这个鬼故事，各位。我特别喜欢鬼故事。您这话要没有底，就别问我。什么鬼故事干嘛呀？你问完了我，您得有下文啊，对不对？哎，没有想到他全答上来了。废话，哎，你要干嘛？你要带了没有？带什么呀？鱼子板啊！我不唱，我带它干嘛？顽劣，各位顽劣啊！什么叫顽劣？顽劣，专业的相声演员，随手都能掏出来，这是专业的。随手能掏出什么来？说清楚了。板啊！你能掏出别的来呀、啊？不是随手能掏出板来啊？你带着呢？啊，你拿出瞧瞧。哼，你打着夹板了是怎么着？你别把胯骨掏出来。怎么了？找什么呢？噔噔，还配音乐呢？还不是优酷录像了是吧？到时候配个音啊，噔噔。行，还配特效闪闪发光的，还得一块歇钉子呢。两块啊？拿出来呀、啊！嘿嘿，拿出来、啊！当然得拿了。拿出来、啊！噔噔。啊、哦，那块呢？那块呢？这两块搁这儿，噔噔的。看着啊，嗯，看着，这块在这儿了啊。我拿着，我看着。哎，别，你就这首歌，别拿，嚯，行了。哎，您这有一河西走廊，这是。干嘛？这是过去了，这是变魔术呢。我以为能顺过来。好家伙，你脸就给挡上了，这就。你带没带着？拿着呢。
还真是两块儿啊、嗯，两块干嘛这么敲啊？怎么敲啊？一只手啊？一只手啊？当然了。哎，瞧着吧。我瞧着吧，哎，嗯，你瞧这模样。改鸳鸯版了。脆不脆？这有什么脆不脆的？想不想？废话，俩碰一块儿想掉地上都响。想了吗？想了吗？想了吗？地毯怎么这么厚啊？有本事扔台下去，你看一下要得回来吗？碰见好人了，这是。啊？还真想。对。打出点儿来，打出节奏来。对，来来。对。花点啊。还花点。嘿。行啊，有点意思。哎，手法可以。这手也会。又喝双手。那当然了。呵，小刘锦。嗯，想吗？想，来，你花点，花点，花点。哎呦，这个手好，对，这手康复的好。好家伙，嗯，光打还不行，是还得会唱，得唱来点。这样，我再出个主意，孙老师。什么主意？我唱一个，我让您猜是哪段。行、嗯啊，都是传统的。我能告诉您，您放心。好吗？您放心，我绝对能告诉您。别看咱们不唱，会的多。嗯，您来，来，嘿，来。送你个眼神，自己体会。你先告诉我眼睛在哪儿呢？这包你笑了是不是，大哥？就你那眼睛还不如我呢，还笑呢，还说你心眼里了是不是？你说人家干嘛你？属疯狗的逮谁咬谁，风格这是我的风格。小张九男的该。疯狗，疯狗是表演风格。说谁都行，不能说我像张九南，知道吗？啊，好，没人好看，侮辱我。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青青，死了几的清新。白蛇传，月老师，春游苏堤桃红柳绿，观众都会，你看。夏赏。荷花啊，映满了池塘。白蛇传，岳老师，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春满山岗。岳老师，岳老师，别表了。峨眉山，白蛇传，可以，可以，嗯，可以，答对了，这叫什么？这就是我们两个人十几年的默契，各位。哦，你在那为铺垫这个？那当然了，这就是默契。我一张嘴，他必须得猜上来，因为什么？嗯，后台对好了的词儿。哦，这叫默契。哦，是是是。哎，哦、我刚才说了，上台之前，孙老师，我一会儿唱一个《白蛇传》，你一定要猜上来。哦、是。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嗯，猜上来。但是第二段您就不知道了。您来，您来，您来。啊？啊？嗯。要不给我发个短信，我操！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江山韩信算卦。你看，你看，一看就卖过炸酱面。往里边请。好家伙！后期老师帮我配一个原地炸裂啊！别麻烦后期了。怎么不会了？我看人哎，你没听见我说话是吗？张云雷的粉丝啥都会啊。行，你别说张云雷。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民贤万民安。行了行了，回来吧，岳老师。韩信算卦可以了，岳老师。你们去学一学呀、啊。你挤兑人家干嘛呀？人家学会了，谁花钱听你呀、啊？还。
赶紧通过。你等你等，不要耳语，好吗？啊？啊？我再唱一个你就不知道了，孙老师。行，我明白了。石虫老虎犯丹穷，犯丹穷，太公卖面，运早晚太晚太，太公卖面，彭祖爷，太公卖面，烧烟回明端，六个人太在这五行中，你疯了吗？我后边没说话吧？干什么？不是你，太公卖面。你装不知道能死吗？你就说不知道能死吗？咱们两个合作十几年了，你给我一个面子不可以吗？你的那个意思不是让我帮你接下茬吗？哦，你合着不是这意思。哦，合着我不知道啊。十几年了，你不懂我吗？十几年你还不知道我什么人行吗？好的，孙老师啊，嗯，给足你面子了啊，谢谢您，谢谢您。嗯，猜这个啊，行，我争取给您个脸，嗯，哼，这你就不知道了啊，行，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蚂蚁呀嘿，行了，这流行歌曲吗？这不是，这是太平歌词吗？这个，啊，唱太平歌词，别流行歌。我的姑娘你别等了，没人等你。嗯，唱太平歌词，太平歌词你听着吧。你来呀，你来。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劝人方，我再换一个，来一波波阵，要不然什么波波阵？鹬蚌鹬蚌相争，不是眼睛要拧啊，这是来什么波波阵？已经脑淤血的底了是怎么着？刚才你说什么？那个全人方啊，全人方出趟城西啊。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吗？非得是全人方吗？词儿就这么写的。不对，不对。我怎么不是？咱别较劲行吗？谁跟你较劲了？咱凭良心说话，你不是全人方，你就听着就完了，好吗？在台上做一个安安静静的观众，好吗？我凭什么呀我当观众我也不听你啊，你都不用买票往那一站，我凭什么买票啊？多棒！什么叫多棒？你就不按词儿，人家是出档成戏，你外面人群里再待一会儿好吗？我还外面人群里待一会儿吧。待一会儿，找一找感觉。我找什么感觉我？这疯了这是。庄公闲游成戏。成戏。出趟成南北角。听过吗？听过吗？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听过吗？南北角，南北怎么能有角呢？哎，那不是平行的吗？哎，就有角，在我这儿就有角。我知道西北角什么，南北角还有，就南北角。哦，南北角。哎，哦，那是不一样。你往下唱，往下唱，往下多着呢。您这唱，来，这是个长段啊，来，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他人骑马，我骑着猪。您等会儿，这不胡来了吗？跟你那一样吗？废话，您这都胡来了。怎么了？骑马、骑驴、骑牛的有骑猪的吗？啊，我骑猪怎么了？那玩意儿能骑吗？我就问你一句，我骑猪，你生什么气？我愿意骑什么骑什么，你生什么气呀？我生气，生气是在您这词儿不对。怎么不对了？这是传统的。不是，人家请我骑驴怎么还？我愿意骑什么骑什么，你管着吗？您来，不大段吗？来。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着猪。往下。扭回头。瞧见推小车的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扭回头。看见一个老太太呀，跟你那一样吗？不一样，但老太太是什么玩意儿？谁说老太太了？掉水里了？怎么老太太？老太太，
哦，上岁数的妇女。哎，老太太、哦、老太太前面跟着一个老爷子，前面跟着一个老爷子，这都什么词儿的叫啊，前面走着一步好吗，跟着一个啊，好，前面走着一个现改老爷子。哦，老爷子，哎，老爷子、嗯、其实他们两个人不是两口子、嗯、多新鲜呐，走大街就两口子呀，我怕你误认为他们是两口子。我没误认为，您往前唱，我听您唱。甚至他们两个人根本不认识。对，这认识怎么跟着？哎，老太太紧走了两步，他就说，还说，大哥，我问你德云社怎么走？哦，还有德云社呢。大哥，我问你呢。好词儿。老爷子说，老头说什么呀，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床沿，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我爱你到明天。这不两口子的词吗？老太太说，老太太还说，嗯，臭流氓呀，我就问你德云社怎么走？德云社，你却说了那么多的话，会赶板，管得着吗你？真难为您这手，去你的吧！老太太说完了，嗯，老爷子说，说什么？嗯，他说了吗？他老爷子就走了。啊，走了，你在板上啊！老太太一扭头看见了我。啊，瞧见你了，哎，嗯，老太太说，说什么呀？小伙子，啊，瞧出你是小伙子，嗯，你怎么骑着猪？你看看，是人就得问这事儿吧，真行。我说，嗯，你管得着吗？对，我愿意骑什么骑什么。行、啊、行行行，你爱骑什么骑什么。老太太说，说什么呀？好吧。老太太到随和，你看，好吧，嗯。那你如果碰见了交警怎么办？怎么这么爱聊天呢？我说，说什么？我可以让，啊、这炸着着做了。我可以让猪拱他，拱猪啊、哦。老太太说，说什么呀？好吧，老太太没辙就好吧。那你，嗯，碰见红绿灯怎么办？怎么这么贫呢？我说，这猪色盲。我说，啊，我不用管。对，猪认识，是不是？你是不是认识？谁认识？真行。我说猪认识，对，就是我说的。老太太说，嗯，好吧，哎，对。老太太说，我听说天津开了一个德云社。其实你要说比这好听，其实。这么早？呵，这赶板还得。我说，好，打车，打车。他用你说呀？老太太说，嗯。OK， 进步了啊！嗯，欧了是吧？老太太，嗯，用手机打了一个滴滴。啊，是老段子，都听过啊。不多时，腾云驾雾，来得多么快！哎呦呵，就这句像太平歌词。哎，就这句像啊，好的嘞，真不易，终于有句人话。腾云驾雾来得多么快，自己都美，来得了德云社。嗯，老太太说，说什么？哇哦，什么意思？哇哦，哇哦，门口好多人呐。哎呀、哎啊，是。老太太说，你们都有票吗？有票跟门口站着。那些人说，说什么？没有、啊，都门口站着。老太太说，说什么呀？嗯，好吧，我得说，我有三张呢。老太太手里有一张票。哦，老太太有张票。对，哦，老太太捡了票就坐得了。啊，就坐哪儿了？直直快。
我想看这大妈在哪儿了，你侄子坐哪儿了？我瞧瞧。坐在了哪儿？那个位置上。哪个位置上？那个位置上。哪个？你侄子，我瞧瞧。老子老太太买了点水。买点水。买了点瓜子儿。这难听。他舔着脸乐呢，还听相声是。多么开心！哦，开心啊！第一场张鹤伦、浪鹤烟，第二场秦孝仙、贺旧花。老太太说秦孝仙还是真的帅。对，您这几句是为了站点吧？这是谁说为了站点瞎说？然后，张九龄，然后张九龄，张九龄干嘛？我听着。然后咱俩就上来了啊！望九龙还有呢。哎，老太太说，哎。这不是骑猪那个小伙子吗？好家伙，这没猪还不认识你了。好吧。我多这嘴干嘛？老太太说，哇，豆根的好帅。真的怎么站起来了？真的这没听说，哪老太这么讨厌？捧哏的不是一直被他气吗？对对对对对，没没没聊。老太太哈哈笑，开心了，喝了口水，渴了，又哈哈笑，别呛着，又喝了口水，怎么老呛着的？尿了泡尿，尿尿泡尿。老太太说，怎么了？哇哦，我尿在裤子上面尿，尿裤了。老太太说，啊，老太太还有心思说呢，晚了，晚了，那可不晚了吗？尿裤子了，晚了。完了，就这么泡着那儿就完了。泡着。哟，你别说，你直接说实话。经典传统的太平歌词小段。岳老师，说实话，我真得夸夸您了。您这段这个故事，这个架构也好，是不是？人物也生动，连贯性。对，连贯性也好，这个还有这个标志性的语言。特别经典这段，说实话，经典吗？经典，我们还挺爱听。就唯一的毛病就是没过瘾。您再来一遍呢？来一遍。就第一人称的这一段，您再来一遍，啊？好，再来一遍，啊。第二天，老太太。第二天干嘛呀？晒了晒裤子。这合适一宿还得，不说第二天，就头天。头天庄公闲游，哎，对了，从哪开始？从哪开始？一字不差，一句不错的。那你听着吧，您来呀。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着猪。真瓷实，将军别看我。扭回头看见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哎，后面走着一个小姑娘。等，小伙子说：“你别说，我对你有情。”这什么？人家两边不一样，不是老太太吗？怎么小伙子了？怎么着？前后不一样，两边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对了。怎么对了？这玩意儿就瞎编的，瞎编的。下面请您欣赏报菜名，表演者高峰、栾云平。谢谢。各位热情的家乡父老啊，哎，刚才这些个演员呢，说的都不错，是，但是呢，他们基本都不是天津人，哎，就一个王九龙是天津人，还住在北辰那头，啊，离咱们稍微远一点，嗯，我是咱们天津老乡，呵，各位朋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还有点人缘，哎，当然了，回到家乡演出啊，心情是不一样的，是吧？马上把花就撤了。是吧，这个也是与时俱进嘛，对，随机应变，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风格，都有自己的特点，他都不一样。刚才这个岳云鹏说的太好了，嗯，唱的也非常好，是春晚就火了一首歌，嗯，就是说相声的唱的，嘿啊，刚才也给大家展示了，嗯，旁边那个胖子呢叫孙越，孙越最近还瘦了70多斤呢，原来的什么样，是不是您根本就看不出瘦来，嗯，岳云鹏孙越搭档真有十几年了，得越来越默契，嗯，二位呢后台稍事休息，这场该您表演了，这不是轮到我了吗？这是我们这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您夸我，在我们这不光说相声，
光说相声他已经不满足了。朋友们有知道的，你看看，大家都很了解。嗯，这是德云社的副总。哎呦，2020年1月17号下午3点宣判的。北京有个地名叫北展。你给我枪毙了。枪毙了吗？宣判不是刘和英宣判的吗？那叫宣布的。宣布的。对，行，宣布的。嗯，自从他得了这副总呢，在我们后台来说吧，得了这副总、啊、是怎么了？你看获得荣誉，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他不就得吗？还是病得到。您说当上吗？也可以。自从他当了副总之后呢，在我们后台人缘最好了。呵啊，大家都愿意跟你一块交朋友啊。是吗？啊，愿意让你给安排点演出。哎呦啊，愿意呢跟你一块喝喝酒啊，吃吃饭呢、啊、交朋友聊聊天啊，这是一很好的现象，是不是？郭德纲也很宠幸他，是吧？你宠爱就是宠着你。对对，你很幸福。嘿，就是这意思。嗯，郭德纲很喜欢他。嗯，管他叫爱徒。您郭德纲80多个徒弟呢，为什么他是那爱徒呢？嗯，后来我一跟这个侯震打听才知道，他是郭德纲他爱人的徒弟。哦，我跟我师娘学的。那怎么了？并不丢人呢。这不是好话。是你师娘也是演员呢？是。教过你没有？教过。你教过就得是学习啊。嗯，他师父、他师娘、他于大爷、他侯爷，反正都教给他。侯爷教过我吗？教他说相声。侯爷，你要教相声也难为侯爷了，是吧？是不是？侯震就刚才主持人啊，他是侯宝林先生的孙子。对，这孙子其实有点意思，你知道吗？什么话呢？但是你让他教相声呢，他因为多年已经脱离舞台了，哦，未免有些生疏。侯震别的方面是一把好手，嗯，比如说开汽车，嘿，100公里无事故，就是说的就是侯震。100公里无事故。对啊，没多远呢，从北京开来的愣没撞上。我靠，太侥幸了啊。是吧？反正就是说开车开得非常好。对，100万公里无事故。您听听，说就是侯震。嗯，另外有一绝活啊，指挥人倒车相当漂亮。教练挺大的车位，好些人尤其新手倒不进去，费劲着呢。70多把进不去，你说不着急吗？费劲。侯震来了一把准撞上，是吧？撞上谁都行。嗯，撞上干嘛？你不听他的还不撞上？哦哦，你只要听他指挥，绝对又快又准就进去了。好。嗯，侯震说听我的、我这人就是嘴碎点，没别的毛病啊。你把窗户摇下来，窗户摇下来啊。不别四个都摇下来，摇你那就行。嗨，摇下来。哎，听我指挥啊，左边打死，倒，压我脚了，上。他这指挥是不错，就是废脚丫子，是不是？反应特别快。对，侯震，咱实话说，连他都得信服。嗯，脑子的确聪明，可以的，反应很快。嗯啊，知识面也很广，那就是储备。哎，对吧？咱还就说这些人各方面吧，对您都有帮助。嗯，您才能把相声说得这么好啊。嘿，对吧？你一提您现在，你要说全天津市、全北京市都认识您，这个也被夸张。那可不啊，起码啊，就是咱们剧场的人吧，有95%都得熟悉您。95呢？都熟悉您。这个演员一出去之后，你走到海河边，人一看，哟呵，马凤英。对你呢都相当的了解。您别等会儿。因为什么呢？您先别毕竟也。您先等会儿。谁叫马凤英啊？不是你啊，胡说八道。我前面说这10来分钟的形容夸奖你都实受了，不就是你吗？我不是马凤英。这人总是那么谦虚。这是谦虚吗？啊，你不是马凤英吗？不，我姓栾。栾凤英。我姓什么都得叫凤英。你自个儿介绍你名字。栾云平。啊，对，栾云平。对，很有名气。呵，那介绍完您的名字，你看观众席当中死一般的寂静。这叫什么话呀？就是特别安静啊。是特别安静。提起你来讲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嚯，妇孺皆知，是吧？什么字眼儿？家喻户晓，后边那句妇孺皆知。嗯，卖酱豆腐的是吧？我爱那白的啊。妇孺皆知。哎，反正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喜欢听你的节目。嗯，现在又荣升这个德云社副总。对，这叫双喜临门。你瞧，好事儿。我都替你高兴。谢谢你。说实在的，我真替他高兴啊。你看我们老在一块说相声啊，这个是舞台合作。对，私下里头我们并不说话，
知道吗？怎么不说话呢？啊，怎么咱俩不说话吗？不是，没有机会跟您说话呀。我也稍微忙了一点，他事儿太多。这演完出拖了大罐，后头那吉普车等着他呢，吉普车后门接走，人家就汪汪汪就走了。小吉普干嘛呀？拿我当警犬了是吧？挨着你警犬干嘛？不是跟吉普车唠上哪儿的？怎么抓走了？不是，慰问去。慰问去。哎，你有你的活动，到那儿这儿出席出席，那儿给人出席一下，你不就给人出席一下吗？是我们这水学居多，对不对啊？不，谈不上学了。对，是吧？反正就是说什么呢？人缘好啊，我想有机会跟他坐住了聊聊天啊，谈谈话呀，机会难得。是。哎，但是现在呢，我逮着你了啊！逮着我，你听着字儿，这些日子你跑不了了。哎，因为什么呢？咱们这儿得连演好几天呢。嗯，你有事儿你也出不了天津市，是对不对？跑不出圈了。哎，我就借这个机会，我打算呢，我请请你，啊，行不行吧？第一，祝贺您当这个副总，这时候祝贺。哎，祝贺您不没时间呢。嗯。第二，庆祝咱们天津德云社开业两天，啊。第三，我还没想好呢。嗨、啊，反正种种理由吧。啊，我打算请请你。不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你看，刚一提请客去，不合适，不合适。我这人就俩字儿，痛快，对吧？痛快。我说出话来，我说请你吃饭，请你干嘛？你驳我面子，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特别别扭。嗯，我说请你吃饭，你是吃还是不吃？你再给你机会。你都这么问了，我就吃，吃，吃。真吃？真吃。哪吃？哪吃？听您的，别听我的呀，别听我的。您出主意，我随着您，这叫客随主便呢，对不对，朋友们？反正你一共带多少钱呢？别花亏喽，量入为出嘛。你家里头八个孩子是吧？你跟你八大爷呢？你别乱了，你别乱了。怎么乱？不是，咱谁请谁呀、啊？谁请谁都行。别都行啊！嗯，刚才你说的你请我呀。我请你。对呀、啊，我说过这话吗？你刚说的呀。啊、哦，我请你、嗯，我请你，我请你。对呀、啊，嗯，你请我，我请你呀、啊，我是想让你出个主意。我出主意。你不出主意就听我的了。对，可以吗？可以。上我家去。干嘛家吃？认认门啊。哦。得聊天啊，对不对啊？有这么句老话，叫要饱家常饭，要暖粗布衣。哎，咱就粗布衣了，好不好？我嚼得动吗？这不你点的错，家常饭啊，家常饭，对，家常饭。你又不喝酒是吧？喝不喝酒的话呢？我喝酒，我喝酒。侯震说你不喝酒，你别听他的，他对我不了解哦。我还爱喝，爱喝咱就准备啊，就是嘛，爱喝咱就喝酒啊。嗯，不过好酒竟是假冒伪劣的，你看他仿的跟真的差不多少，咱看不出来啊，对不对？你要喝红酒吧，又让人笑话。谁笑话？是不是喝啤酒吧？天挺凉的。你要喝料酒呢，我们还得炒菜。没有喝料酒的。嗯，我爱喝个啤酒。爱喝啤酒？对，真爱你。你别亏着心啊。我亏什么心呢？你别愣着顾我面子，非得喝可没必要、啊。不，我爱喝啤酒。真爱喝？真爱喝。那就买啤酒。嗯，买啤酒，来它两箱，对吧？一八瓶六，两瓶四，一瓶啤酒。对吧？咱俩人吃饭，一瓶啤酒，一大瓶啊，一大瓶也是一瓶，就那355毫升那个，那易拉罐，那叫一大瓶，那叫一小瓶，易拉罐那种，我知道，那不纯吗？喝前摇一摇，这都是啤酒吗？啊摇一摇一，不就那玩意儿吗？对啊，易拉罐吗？记着你喝，记着我喝。对啊，你有胆子你都喝了。哎呦喝。真是的，万一呢？你要喝不了呢，剩个3杯5杯的，我再喝，是不是？一共也倒不出3杯5杯来。你喝，你有本事你都喝了。我都喝。吓唬谁呀、啊、你？酒别弄那么些个，嗯，对吧？你酒少，咱多来点好菜。好菜，好菜，第一个好菜，果仁儿，这是一个菜了啊。完了，不完了干嘛？果仁儿就啤酒，这还不如那卧铺吃的好呢。我不吃好，不你自个儿花钱吗？嗯，这不我请你吗？哎呀，果仁儿，你出主意，是炸果仁儿，是炒果仁儿，是五香果仁儿，是狗屁果仁儿，哎，你可以选。你怎么吃也是果仁儿啊，是吧？啊，那咱就生吃吧，生吃，生吃，生吃养胃，您知道吗？连做都甭做。果仁儿这是一个大菜了，然后还大菜，瓜子儿必不可少啊。哎，插花卉来了，对吧？然后再来一个。
素炒毛豆，这是一个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菜呀、啊？什么叫素炒毛豆啊？你甭管了，一会儿就知道了。素炒毛豆，这是一个菜。另外再来一个我们家祖传的传家菜，咱听听。这菜一般外边你还吃不着。什么？海带丝炒韭菜，是吧？这个呢，我都没听说过这菜。你没听说过不能当标，你没听说过事儿多了。海带丝炒韭菜，哎，炒的一块儿，这不都一团乱麻了吗？生活相依，你就别唱了。嗯、啊，炒完了这一盘子里边，对对对，您一夹这一盘子都起来了。都敢沾了，我请你吃饭到我那儿，你一块儿都夹起来，你能那么损吗？你不是，这都是系在一块儿，系在一块儿，你没让你直接一根一根炒啊，你得改刀啊，改刀。哎，海带丝儿，你在水管底下撸吧撸吧，你洗干净了，你不得改刀吗？嗯，海带丝儿切滚刀块儿，滚刀块儿，海带丝儿切滚刀块儿，哎，把那臭韭菜捋明白喽，捋好了之后摘一摘，这个韭菜那切那个叫菱形块儿。韭菜切菱形块哦， oh. 哎，切完之后再炒，搁一个虾米皮，然后呢，提点味儿。这菜叫什么叫虾找？虾找干嘛？一个丝炒韭菜，一个虾米皮，这都找不着它了。提那味儿，谁吃着虾米皮，这一年走好运。好家伙，哎呀，哎，点点稍微点点鸡精，还点点鸡精，哎，来一粒鸡精，一粒鸡精搁在里头，你吃去吧，吃一回想两回。你吃过香东西吗？吃一回想两，还有别的呢。海带丝炒韭菜，对，这是七个菜了，是吧？怎么就七个菜了？几个菜？俩呀，啊，算上那果仁不才俩菜吗？一果仁啊，海带丝炒韭菜，清炒毛豆呢？哦，一点的瓜子也算一菜啊？瓜子素炒毛豆，这不四个菜吗？再来一个清炒黄瓜。对吧，咱跟那个色儿得搭配好。什么叫清炒黄瓜呀？黄瓜懂吗？黄瓜切那凤眼片，掐头去尾，切那凤眼片，切完之后搁在锅里头，少搁油啊，完不搁也行，反正搁锅里唰，别开火啊，唰唰唰。你这干嘛呢？清炒黄瓜呢。你是不是没事闲的？没事闲的，我躺会儿不好？我跟你说这干嘛？不是，您这切什么？切片儿？对，凤眼片儿，切片儿。对，搁这一盘儿，搁那锅里涮涮。你图什么呀？图什么补铁呀？这东西，你咔着咔着铁锅，这玩意儿补铁。你没有学问，你不懂得养生。不是，你怎么也得搁点鸡蛋呀，搁点木耳啊。那不行，那成木须肉了，那哪行你？是吧？这里有肉吗？就木须肉？没肉那成木须了。你这人条件要求老那么高。那成木去了，清炒黄瓜，哎，海带丝炒韭菜，俩菜，然后是这炒毛豆，哎，素炒毛豆，素炒毛豆，对，这都是经典的菜，对，再加一个果仁，果仁还有瓜子呢，瓜子，五个菜，然后呢，好的在后头，好的是什么？咱再来几个海鲜，你过敏吧？过敏就算了啊，哎呦，嗯，我不过敏。过敏吗？我不过敏，不过敏啊。对，不过敏，咱准备点海鲜。好，咱来一个呀。这个海鲜是来一个汤菜，你不爱吃吧？爱吃，也可以啊。啊，那咱就大大方方来一海碗的什么紫菜汤啊？来一碗紫菜汤呢？不是，等搁一个虾米，一共我吃了俩虾米。不，咱俩一人吃了一个。不是，这海鲜在哪儿呢？紫菜呀、啊。你们家这紫菜都算海鲜了是吗？那紫菜是树上长的吗？不是，地上结的？不能，天上下的？不，哪儿的呀？是海里的。对呀、啊，那不是吗？海鲜吗？那有错吗？紫菜算海鲜。哎，一碗紫菜汤，来一滴香油，一滴香油。哎，滴滴香浓，这东西。嘿好，一滴香油，然后咱再来几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是吧？随便来几个。您早说呀，这个多硬啊！什么呀？阳澄湖大闸蟹吗？嫌硬啊？对啊，不，没有啊，是这意思？不是，我不是说嫌硬、啊，我这菜太横了。对，咱得循序渐进嘛。是，对，由差点的、普通点的，慢慢的不就好了吗？我说不能那么白斗，没说完呢。还有这阳澄湖大闸蟹，哎，阳澄湖大闸蟹，对对吧？咱这人，我这人不舍得买别的，在吃上我最舍得。您太机灵了，对吧？我就在吃上我舍得花钱。好好，哎，阳澄湖大闸蟹。这么大个吧，你这么大个夸张了，就是帝王蟹没这么大，阳澄湖大闸蟹那不小，三斤要俩的那个，好，对吧？对，咱俩来它14个，当饭吃，咱俩来14个，
咱俩人吃十四个，吃十四个，你看看我有十二个就够了，我有十二个，我吃俩一公一母，你要吃不了我还能吃。好，十四个都是你的了，你能吃，不是呢，匀着来吧，看谁手快了，是吧？抢来的，上跟瓜子儿比赛一样啊，咱比赛一回啊，吃螃蟹，吃螃蟹好不好？这菜可以，哎，阳澄湖大闸蟹，呵，这东西好，嗯，但是呢，就怕我们楼下那五金商店呢，他不一定买得着。对吧，这么着吧，买得着呢咱就来十四个，实在买不着呢那咱就算了，很遗憾。您那准买不着啊，您那是五金商店呀、啊。五金商店呢，你五金商店你买螃蟹去，你买钳子凑合着。钳子它叫五金商店，它都是五金一份，橘子五金一份，香蕉五金一份，塔木鱼五金一份，黄瓜五金一份，对吗？哦，铅笔五斤一份儿、哦，橡皮五斤一份儿，茶壶五，它都是五斤五斤的，认死理儿，这叫五斤商店。得得得，它不一定有卖的，买得着咱就吃，买不着就算。我猜它肯定没卖，是吧？嗯、反正我是这么些年，反正没买着过。对，悬了，买不着没关系，嗯，咱有替代品。什么替代？得跟它差不多的。那当然了。松花，松花怎么样？阳澄湖大闸蟹，对，这就改松花蛋了。来两个，两个松花。你可太大方了。来俩松花，俩松花蛋，剥了皮儿吃。剥了皮儿，用你告诉我呀？还得改刀呢。啊，切成片儿。松花蛋切成片儿。啊，那不都粘刀上了吗？那不榨汁儿？对，榨汁儿。你看。多噎得慌呢嘛！他们给出主意榨汁儿，你不不能听这个。松花蛋切片吗？你得切成那橘子瓣儿。哎呀，我们的那就叫片儿了。切完之后呢，来点姜末，对吧？来点醋，这叫姜丝松花蛋，啊，姜丝，剔了秃噜，驱鬼来了。你看着鬼片一吃这个多美。姜汁松花蛋，姜汁松花蛋，对吧？来这，但是有的人不爱吃，嫌这松花的东西拿石灰烧出来的，有这么一股子怪味儿。你怎么样？我还行，不吃就算了，是吧？不是这个，我只是说我还行啊。您说我不行？你说不行？还行？对。哦，还，对不起，我少听你走汁儿。你对不起。我说不行。哦，不行。人说还行，人说还行，有这么听话的吗？我就听着不行。哦，还有一走汁儿呢，差一点松花蛋都没保住，走汁儿没听见啊！这是前后这么些个菜了，是吧？你自个儿记着点，也不那么些个菜。然后呢，你平常吃饭的时候也吃点猪食吧？对，我吃的是饲料。哦，猪渴望。不是，什么叫猪食？你都吃完了凉菜了，吃完就冷拼了，你不得吃点猪食，要得饱啊？那叫主食。哦，主食，我这人嘴里有毛病。呵。平常吃点主食吗？哎，这主食啊，主食咱们也准备了。好，主食没有选择啊。什么？我准备的是包饺子。您要早说有饺子啊，之前那些菜都可以忽略。那就是韭菜，就是，对不对啊？是包饺子，包饺子可以，行吗？哎，好，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煮得了饺子倒着吃，我再灌一脖子醋，这不又好吃又舒服？别，我做好了吃。哦，坐着吃。对，你喜欢吃什么馅？我喜欢吃什么馅儿，咱准备什么馅儿？韭菜啊，茴香啊。行啊，咱就按你这选择。行，咱包的是韭菜茴香馅儿的，是吧？包完之后呢，点一点韭菜跟茴香，您包一块儿啊？这不你点的吗？咱别糟践东西了，行不行啊？不你点的吗？不是，怎么也得韭菜肉啊，茴香肉啊。哎，哪那么些肉啊，是吧？吃肉不健康，韭菜茴香包一块儿吃去吧，吃一个想两个，吃。我家有个小竹锅，小竹锅，干嘛？那不都着了吗？着了，您没知识，里边有水啊。那竹锅就起到一个热传递的作用，它着不了。那小竹锅，听着都新鲜，到时候看看，开个眼。小竹锅，吃一个煮一个，是吧？吃一个煮一个，哎，拿勺推着点，别沾上，是吧？它一个跟谁沾上啊？跟锅沾上啊。你可太废物了啊！煮一个饺子你还扒锅了？对呀、啊，还得打水呢，打水呢。这供得上吃，你是不三块饺子两块面，不是这一个饺子供不上了。供得上，你不爱吃那热的吗？烫嘴烫心的。您搬个凳子坐炉子边上，知道吗？这一熟了，一张嘴走下去，这再下一个。
走，你是不是伺候过胃癌呀？什么意思？你有这病我们不知道。谁有这病？不能吃一个煮一太少了，咱俩老盯着这锅呀。那他妈吃两个煮一个。哎，不那、啊、不是，你怎么也得煮十个煮二十个这么吃。对，煮十个吃一个，煮十个吃十个。哎，那这对吧，这差不多都吃完了咱再煮。嗯，你这别操心了，这就别操心了。韭菜荤香馅儿全是我准备。嗯，哎，咱就定好了啊，连酒韭菜主食咱都定完了啊。一听啤酒。对，一听啤酒。喝完饺子呢，您最好来点饺子汤。饺子汤，这叫原汤化原食啊。对，大家有这生活经验。嗯，吃完饺子喝点饺子汤。是，面条煮面条那汤您别倒了啊，也别拿着洗头啊，别浇花，浇花什么都不行啊。对，浇泥，把它喝了。嗯，喝了，这叫什么呢？原汤化原食，喝点面汤。哎，早上起来看见炸果子的，跟他商量商量。你炸果子那油你把它喝了是吧，原汤化原食。咱别胡闹行不行啊、嗯、那不是汤，那是油，原油化原食。这你喝吧，你留着喝吧。哦，行，咱就定好了，饺子汤你随管够、啊、是管够啊，是饺子没够。行，咱就这么定下了啊。啊，明天你有事儿吧？明天我没事儿，上午没事儿、啊、哈。嗯、啊、没事儿，咱就明天。行，对吧，麻利快，咱别拖着，一拖着就没谱了。对，明天上午10点钟你起不来吧？我起得来，我不睡了。不睡可10点最容易困。不我不睡了，我就盯着这饭了。行，那咱明天上午10点钟咱就在这剧场门口。嗯，今儿咱不这儿见的面吗？对，明天咱还在这儿。哎啊，10点啊。好，咱是不散不见啊。那就回吧，那就别来了。哦，你不来了？怎么不来了？那叫不见不散啊。不见不散也行啊，这不次序颠倒一下没关系。别去，10点钟准时不见不散。行行吗？行，您在这儿您说相声。嗯啊，我回去得给您准备去。哎呀，好吧。嗯，拜拜。嗯嗯，还是得好好准备，尽量给人说乐了。这个海带丝炒韭菜切滚刀块，我估计这菜从今天就开始得准备。哎，嗯，赵先生，谁姓赵啊？嗯，聊什么的？我姓栾啊。对，您这姓儿太古怪了，知道吗？我们哪记得住？栾先生，对，栾先生，行了吗？对，我想起点事儿来。嗯，咱别吃包饺子了。怎么了？包饺子东西啊，太费劲。你不包它省劲。不是，你多少道工序啊？大家都见过饺子是吧？对，你包饺子，首先我得买面去吧。你们家连面都没有啊？平常我们都吃米，那面买回来我得上自来水公司把水先开开，然后呢，你们家是不是住窑洞里边和面？和完面呢还得弄这馅儿啊，麻烦极了啊。和面还得揪劲儿擀皮儿包，煮完捞出来，捞完你还得吃喽。对，净剩做饭了，没时间谈话聊天了。嗯，对不对？是，吃点省事儿。什么省事？炖肉烙饼。哦，这可以，对吧？炖肉炖上就甭管了。对，炖肉烙饼，咱来的5斤牛肉。好，5斤羊肉。嗯，1只肥母鸡，10斤栗子。是那么些栗子？你不爱吃栗子吗？哦，砂锅炖肉，黄焖栗子鸡。嘿，哎，烙点螺丝转的饼啊，撕着吃啊，您还解闷儿。你瞧，对吧？炖肉，炖肉，黄焖栗子。我们家有老母鸡啊，自己养的，这么大个儿，又肥又大。嗯，也就你去把它宰了给你吃。您够意思。当然，虽然这鸡是老一点啊，老点没关系，一会儿回去我就把它宰了，微火啊炖到明天上午8点兴许能熟，知道吗？不是，您这鸡肉是最好熟的呀。怎么了？你从今儿晚上就开始炖到明天。嗯，你这是炼丹呐。炼丹不就炖烂乎点？不是，这鸡多老了。嗯，多老了？多老？多老了我说不上来，反正据我姥姥说呀。哦，我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大3岁。大3岁，论起来我得管她叫大姨。那是。哎，冲你我请你客。大义灭大姨。大义灭亲你听过吧？哎，咱是大义灭大姨，把她宰喽，手起一落出完了。别哎，给你吃。别，对不起你吧。不，您这不是鸡呀、啊嗯、您这是鸡精啊。鸡精干嘛？别，留着它。没事，你吃这个、嗯、我那还有个姨夫呢。你吃。不吃衣服。要不我带点小米儿，我瞧瞧看见。你抱走吧。要我不要，我供不起这个。没煮棍儿。我们这庙小，鸡有煮棍儿的吗？
也没戴眼镜。行行行行行，我不吃啊，不吃鸡脯棒子，我就是光吃栗子。黄焖栗子，对，那栗子十斤栗子你拿走了、哎、那甭嘱咐，你又爱吃这个是吧？我特点。那咱就光炖肉了 炖肉烙饼。行行，炖肉烙饼啤酒就算了吧。啊，然后呢这些个酒，你怎么就得做主就算了，一瓶啤酒也没了。你这喝那么些酒，你再吃肉，你吃不下去了就。好家伙，对不对、啊？啤酒也没了啊、哎，酒菜也就随之取消了啊。对对，它是一步一步的。对对，然后咱就是炖肉烙饼，嗯，主要为聊天说话。行行，明天上午十点钟，十点门口啊，哎，准时，不散不散啊，不见不散啊，不见不散啊，我就不唱了啊。啊，行行，哎，说相声哦，我希望您说一段抡弦子。对对对对对，别在这添堵了就。哎呀。这鸡比他妈还大三岁呢。哎，孙先生，谁姓孙呢？啊，刚那会儿找那孙子不是你吗？对对对，我姓栾。啊，栾，对，我记得有个栾嘛。栾先生，栾栾，咱别吃炖肉了。嗯，这个肉这东西它不烂，你不炖它烂不了。不是不炖烂不了啊，这牛肉啊，朋友们都吃过，牛肉它得微火靠着呀，它慢慢的烂，它才有意思。是不是？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人都关门了。嗯，明天早上起来现买肉去，炖半天到中午一看，哟，忘开火了，肉没熟啊，给您吃什么呀？你不开火，它能熟了吗？你开火了，它的功夫也不够，也熟不了啊，成泡菜了，对不对啊？干脆啊，咱吃窝头吧。什么？不是请客？嗯、请客有请吃窝头的吗？那窝头怎么了？你吃窝头吗？你大哥一看吃窝，好嘛，一听。窝头是好东西，你别稀里马虎的。谁没吃窝头？你吃窝头吗？吃没吃过？我跟你说啊，我六岁掐的奶啊，掐完奶我就改窝头。家长够狠的，哎，那不是笑话吗？那个，嗯、哎，窝头跟窝头不一样，有什么区别？你说你吃那窝头长什么样？都一样啊。什么样？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区别太大了。嗯，我那不一样。您那个底一尖，上面一窟窿。您这窝头拿大顶，哎，杂技团的窝头，主要它这面不一样，都一样。你那什么面呢？我这棒子面，我这玉米面，这不一样吗？这不，这个不光是玉米面，还有大米面、小米面、绿豆面、栗子面、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杏仁、瓜子仁、核桃仁、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大大的鸭蛋那么一发，鸭蛋发，英名叫窝头，实际呢，福地八宝大窝头，还是窝头。哎，咱这东西你都没听说过，我头一回听。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完了，好好，哎，窝头怎么样？窝头行啊、嗯，窝头也吃。窝头吃吧，是不是干点啊？干点有可乐呀，可乐就窝头。哎，窝头就可乐，怎么样？甜丝丝，生活永远幸福。我这春游来了，行，春游有带窝头的吗？带窝头，带点可乐。对，好好，行不行吧？行行行，让您吃的，哎呀，也有风味，尝尝尝，绝对难忘。哎呀，好吗？吃点新鲜的窝头啊，窝头。再见啊！哎，我那好窝头啊！哎，行行行，别稀里马虎的，行行行行行，拜拜。哎呀，我跟你说啊，这窝头啊也够瞧的，头回听窝头啊就可乐。栾先生，谁姓？哦，对对对、啊、对, 对, 对。你看，你要老改姓，好容易我们记住了，你又不对了。栾栾栾栾，姓什么？姓栾栾栾。别改了啊！不改。栾先生，嗯，咱甭吃窝头了。哎，你看他也有这诉求。咱喝点煤油吧，煤油太贵了，喝点凉水吧，凉水你挑不动的，来河边印印吧，就这么办了吧，哈哈哈，走，别是起哄了啊，谁起哄？像话吗？咱们这儿在这河边吧，啊，不是你到底请不请？哎，真请客不能在家里吃，嚯，家里吃做不出什么好手艺来，嗯，我请你下馆子，对，拿自来水管滋我，刷车来了。滋你干嘛、啊、我请你下饭馆子，饭馆子大饭庄，天津大饭庄太多了、哦、这可以，对不对？大福来、嗯、是吧？大福来，我请你啊上大福来，咱别给您呢，别对付我啊，嗯，那不是卖什么大菜的地方，大福来多好、啊、哎，不不不不不，那是咱那个什么，你就甭管了，嗯，登云楼吧，登云楼是好地儿、请你吃一回啊满汉全席南北大菜，喝好吗？哎，你都请我吃什么？你说几样，我先过过瘾。你老是看不起，你老不相信、嗯、我确实没请你吃过。嗯，我请你爸爸吃过。请我爸爸吃过满汉全席南北大菜。呵，你不信回家问问去。不，他请吃过什么呢？我请你爸爸，嗯，吃的满汉全席南北大菜。都什么菜？有四干四鲜四冷荤四蜜饯三甜碗，还有四点心。我什么菜呢？
自甘呢？啊，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鲜，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三甜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哦，四点心吧，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不是，咱菜在哪儿呢？问的都是爱吃的。菜在后头呢。是吗？这是压桌碟摆样子。哦，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推下去。嗯，紧跟着给您上的就是满汉全席南北的大菜。这头道菜，头一道大菜就是蒸羊羔。嚯，后边还有呢？还有蒸熊掌、嗯、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还真不少。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丁、烩鸽子蛋、嗯、炒虾仁、烩虾仁、溜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石件、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嗯、蒸南瓜、让倭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哦、还有红丸子、丸子、白丸子、嗯、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关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焖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穿三样爆三样，会银丝会散蛋、嗯、溜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穿活鲤鱼，还有大板鸭，还有大板鸭，哎呀大板鸭来了，嘿、当时你爸爸吃完了一抹子胸脯饱了，撑死了。下面请您欣赏语言的艺术，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哎呦，这么高吗？高峰是个好演员，那是说实在，就这当当当当当当啊，就这通背，这是功夫，话筒都湿了啊！嗨，不至于，我还至于到这儿？哎呀，今天第二天了，对呀，昨天是头一天开张，哎，门口站着好多人。好几千人，能力一般，水平有限，能有这么多人来捧我们，嗯，何德何能，真是不敢当。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很感慨，嗯，我打小。我7岁学评书，哦，9岁学的相声，哦，80年代末开始又唱了5年的戏，你瞧瞧，16岁离开天津到北京去发展，嗯，这一晃我都27了，你感慨，你看我长得嫩呢，是保养得好，您亏心不亏心呢？哎，看你这个人，这就没意思了啊啊，岁月穿梭啊啊。真是很感慨，我认识他那会儿，他小小子啊，那时候年轻。你看现在这头发都呛了，就白两鬓斑白。嗯，这我们都发小啊。是啊，包括嫂子。我要批评你们，您还批评人家呢？我倒霉就倒霉你们身上了，怎么呢？你说这句话写在纸上，你说。跟嫂子我们也很熟，你说有毛病吗？对不对？说出来也没毛病。你们这一乐，你们说，就是这，是啊，是是是什么是啊？哪儿啊？是你们是好意，是不是？因为连谦儿哥在嫂子，我们其实都是从小一块长起来的，是吗？我们仨，哎，啊，打小嘛，我们打小这一块儿，这都光屁股长大的，这都是谁跟谁光屁股长大的？我们仨光屁股长大的，没听说过。这是后来
大伙儿说穿上点吧，二十多了你们。嚯，好家伙，啊，二十多才穿上啊！你看你这个，你不要老诱导我说那些个不好听的语言。这是我诱导的吗？这个我见嫂子特别规矩，是吗？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这是老话了。那是规矩哦。我见嫂子真是没有说台上那样开玩笑，嗯啊，不开玩笑。哎、嫂子您好，哎。规规矩矩的，嗯，嫂子有时候看见我都躲他，躲他干嘛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怎么了？你台上是不是又胡说八道了？还不高兴吗？其实是不是怨你们？你说，是怨谁？你他也跟家听相声，他一看你们乐，他觉得这怪害臊子似的啊、嗯、啊！其实他媳妇可严肃了，是吧？你回来，嗯，你是不是台上又胡说八道了？问你呢？没，我就闹着玩，你少来一套。哦。好，你闹着玩，你说着我吗？你是不是啊？啊，以后还说吗？我、哦、不说了。哎，你就别说了啊。哎，啥了？哎，这天都凉了。嗯，穿秋裤了吗？嗯，干嘛问这个？问你呢，穿没穿秋裤？干嘛？穿了。嗯，你少来这套。对，我看穿秋裤。对，去。什么情况啊？这是疼人呢。这不叫疼人，这个真好啊！啊，台上说的各位，您一听一乐啊，别往心里去啊。是，那你说怎么办呢？嗯，因为相声它局限小，怎么叫局限小啊？啊，比如说，哎呀，今天说一相声吧。嗯，相声的主人公是我自己，啊，有这么说的时候。我大爷，我舅舅，我们家谁谁谁。嗯，第二种方法就是说他，就旁边站这位呗。不是说我，就是得说他呀。嗯。第三种就说我们两个之外的人，啊，今天这个相声说的是我们街坊王大爷。哦，你看你要说王大爷这就麻烦了。怎么麻烦呢？你得把这个故事支出去。哦，我们哪个小区住几号楼，20多几，那个王大爷如何如何，观众脑子就乱。嗯，你就不如一句话，哎呀，谦儿他父亲怎样怎样，这都是假的呀。哎，可不是假的吗？是不是？嗯，哪有可能说世界上真有像我相声里说的那些个故事？那不可能啊！没错，嫂夫人的故事，什么老爷子的故事，那可能生活中人家只有这么99%，我没有这么多，我稍微完善一下，没有这么多啊！好家伙，那生活中就有这人了，那都不重要啊！一说一乐的事儿，感觉乐了就完了。感谢谦儿哥，还感谢不过来呢。您又客气了，我们合作快半辈子了啊！真的啊，就是。眼瞅着那么一个一掐一兜水的小小子啊，嗨，要至于不至于？现在都白头发了，就老了，很感慨，是吗？真的很感慨。嗯，你得好好活着。哎，这我借您吉言，真的，咱哥俩得好好说相声说一辈子。哎，你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你那一大家子人都是我负担重，跟您没关系，知道吗？我不得管吗？是吧？啊，您不用管啊。当然，我们其实。最感谢的是您各位，哎，这我们的观众，为什么说观众是衣食父母呢？嗯，您拿来这买票的钱，我们得拿回去养家糊口。我们指着这个呀，我们没有什么单位呀、啊、工作、上班啊，啊、嗯，别的又不会，说相声是我们唯一的手艺。对了，你说不干这个干嘛去呢？啊、嗯，一大家子，连老了带小的，得活着呀。嗯，就指着这个活着，可不，每一张票钱拿回去给父母。啊，给孩子上学，可不，给我媳妇儿，是给他媳妇儿一份，给我媳妇儿不用，我媳妇儿不用你给，你拿着吧，因为对付什么？你跟这对付什么呀？也不是一回了，我还不说是，以前没有过。你这个人这就没意思了，这就啊，怎么就没意思？那以后不给了，因为也没有您这么对付的。说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啊，反正是不复杂。但是也不容易，那是真得练。最简单也是最难。嗯，首先说他没有多么的了不起，是啊，嗯，我们是服务行业。哎，怎么叫服务行业呢？您举着票进来，您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是我们得让您开心高兴。哦，我给您快乐，您给我饭吃，就是这么简单。说相声、唱戏、说书、演电影、卖菜、修脚、剃头、上非洲当娘娘，哦，一样。这都一样。哎呀，人活了几十年就是这点事儿。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我觉得就不错了。
这就很好了吗？祖师爷赏饭，老天爷恩典。嗯，您各位这么捧我们啊，这是我们的福气。没错，当然对我们来说呢，就得努力。那必须得努力。你也会说话，我也会说话。嗯，你花钱听我说话。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就是因为这里边它有高科技。这里头有高科技。有高科技呀。是啊，同样一句话，多一个字观众就不笑了。哦，少一个字儿，观众也不笑，就这么严谨。他其实都是设计好了的。嗯，啊，难就难在这儿了。嗯，嘴里得干净。对，无论您坐在剧场的哪一个角落，嗯，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送到您的耳边，这就是基本功。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哎，说话都说不利索，说话条理不清楚，干不了这。没错，老先生那会儿教我们的时候就说嘛，啊，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怎么着？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杀人的刀要快啊，差一刀下去，嗯，没有痛苦啊。这快刀要是钝了的话呢，啊，你琢磨这杀人得多难受。嗨，钝点钝点它也是刀啊，这不杀个人。我们小时候演出经常有那样的，学生一下场老师说，就你这个嘴啊，好几条人命。哦，就这么说，可不就是吗？也是过分说的。啊，所以打小学，你看怎么，你老跟我抬杠。嗯，我不是抬杠，老先生的话也未见得都对。你看，钝刀杀人你不理解吗？钝刀杀人我理解，但是不至于的。你这钝刀还杀不了人了。这，怎么了您？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可以听听您这例子好吗？啊，比如说。有一把钝刀要杀于老师，我也是浪的，我非听他这例子。嗯，简简单单啊啊啊！嗯，就是拿你当个比方啊，拿我做比喻，不乐意？没有没有，杀你愿意不愿意？非得问英老师，这都得问英了啊！啊，红口白牙问清楚了，乐意不乐意？啊，我挺……你要说不乐意，咱就换个人，对吧？换个人啊，可以换换，别换。换你换我可以吗？啊，换你行。你看，钝刀杀人，钝刀杀我啊！有这么一天呢，嗯，还是得杀你。哎，怎么就非得杀我呀？啊？杀我谁给你解释这钝刀杀人呢？你瞧这个理由比较牵强，我好不好？就勉强吧。太棒啊！这过了瘾了。某一天，嗯，要是杀于老师，咱们得挑一个好日子。哦，还得有纪念性的，大年三十怎么样？哦，这。举国欢庆，嘿，包括海外华人都在庆祝。庆祝就因为杀我啊！中华民族的传统喜庆节日，这是我们的大节日，大年三十，除夕啊。嗯，对，这一天还是于老师的生日。嚯，哦，双喜临门，我这是。嗯嗯嗯啊！而且你们新买的那个独栋别墅，今天也搬进来了，还有乔迁之喜。对对对对啊！嫂夫人出去买菜去，花3毛钱买张彩票，嗯，中了1亿5000万。好家伙，好事儿没有别人的了，这。哎啊，你那个儿子从国外上学，嗯，今天也毕业回来了。哦，还是国外回来儿子。儿子呢，上国外上英国念书吧，哎，就学好。哎，2岁那年呢，上英国念书去了，这让人拐卖了，这是。2岁有送出国外念书的吗？有志青年嘛。啊，哦，这太有志了！走的时候都不会喊你，那是2岁，对吧？啊，今年21，毕业回来了。好，20多年啊。嗯，带回来他的未婚妻，还带对象回来的。这媳妇儿家里边是世界首富。哎呦，这掉金窝里了，好不好？特别好啊！哎呦，就这一家人呐，坐在一块儿，喜气洋洋，我们这合家团圆呢。这个时候我得来，您来干嘛来了？您过生日啊？哦。我得给师哥祝寿来，还道喜来了。谦哥生日快乐，就我谢谢您吧。乔迁之喜，太好了，阖家欢乐。哎，得嘞，听说还买彩票了，借您吉言，大发财源。哎，得嘞。正说着呢，嗯，门铃响，谁来了呢？打开门一看，嗯，门口站着一个印度的美女。这印度美女是吧？呵，要多好看有多好看，小姑娘，嗯，18岁一个印度的女孩。妙龄，穿着民族的服装，是是，这儿还点了一红点儿，这就是印度的特征。哎，拖着一个盒子，
这盒子是什么？于老师也纳闷啊。啊，你是谁呀、啊？哦，姑娘一说话，啊、意思于纯正的普通话。哎呦，那好，他说什么呀？亲爱的于老师，生日快乐呢！这是普通话吗？这，俺们公司让我来给你送东西来了。好家伙，你这怎么河北话呀？这个教他说中国话了，那是个保定人。嗯，好，这不想进步了，这姑娘。嗯，于老师，祝你生日快乐呢！行了，别客气了，太棒了！啊啊，进来吧。哦，打开这箱子一瞧，这里边是什么呀？印度三宝。印度三宝，哎，首先是一个印度小叶紫檀雕刻的这么一个小桶。哦，这桶，这小叶紫檀就是一宝，印度的东西啊。是是是，哎，小叶紫檀，哎，嗯、外边抹着一层印度咖喱。这两宝有点糟践了。嗯啊，一开盖，桶里边是印度神油。嚯、哦，一桶一桶送。嗯、呵，于老师接过来，吨吨吨吨吨吨吨，喝了。开心呢啊！那是得开心，过生日了啊！哦，一回头看着印度女孩，嗯，于老师很淘气。我干嘛了？说姑娘，你这个这儿点一红点儿。对呀、啊，打小看印度电影就有这个啊。我能不能摸摸这红点儿？嗨，好奇心啊！啊，来吧，摸呀！姑娘站好了，于老师一摸这红点儿，哦，红点儿掉了，哟，里边有字儿，写着什么呀？特等奖。哦，这好事还没完呢，感情人家公司促销哦，谁把这 K 下来了，谁就得这特等奖。那么这特等奖是什么呢？特等奖就是这个女孩。什么意思？十八岁这姑娘啊，以身相许，一辈子是你的人了。你看人家这促销搞的、嗯、是吧？你真好。当然嫂子不是特别开心，她肯定得有点想法。这凭什么哪儿就来咱我这是、啊、得了得了得了 啊， 啊，大年三十别矫情，高高兴兴是不是先过个年吧，先人进口嘛。这会儿的功夫啊，又有人敲门。这又谁呀、啊、开门一看谁呀、啊、官兵来了。官兵干嘛来呀、啊、一对官兵。嗯，于老师怎么着？生日快乐！也道喜来了，新年快乐！得了，谢谢您吧。乔迁之喜，得嘞，合家团圆，得嘞，走吧。干嘛去？杀头啊！我都把这茬快忘了啊！对对，还有这么档子事呢？竟沉浸在幸福当中了啊！这太高兴了，前头、这个、得带您去杀头了啊！不干嘛？不干嘛啊？就非杀头？哎，就拿您解释什么叫钝刀杀人啊？嗨。那不行，我这您告诉我一缘由再杀头。您到那儿您就知道了。那不成，您非得说。啊、哎呀，拿我那个去，走走走走走走，就愣拉呀，一摁胳膊，哦，给于老师弄走了。哎呦，人间的大喜大悲落差太大，可不是吗？屋里一下就傻了，全都愣了。虽然说点着灯、嗯，就如同黑暗当中一样，说的是心情啊。嗯，你那个儿子咣当就坐在那儿，没经过这事儿。他那个未婚妻也挨着他坐下了，傻了。小两口眼泪汪汪啊，尤其是你儿子，两岁就走了，是二十来岁回来，来喊一声爸爸都没有时间，这没工夫。孩子委屈坐在那儿啊，我腿都软了。您也害怕呀？一下我就坐在这儿了啊，嫂子坐我旁边，是吗？那印度美女坐我这边。哦，我们五个人啊，嗯，你看我，我看你，嗯，就那个难过呀，真的吗？谁也不许乐出声来啊！我说不是真难过吗？想不到的事情，啊、嗯，刚才还合家欢乐一块过年，对呀、啊，这哪说理去啊？啊，尤其你儿子。孩子眼圈都红了，那是眼泪马上要掉下来了。这亲儿子呀，还得说嫂夫人，他也难过、啊、一瞪眼，嗯，跟儿子说：“你干嘛呢？要哭啊？大年下别找不痛快啊！谁找不痛快呀、啊？犯得上吗？啊？哦，犯不上啊！我这个好容易回来了啊，咱们这不团聚了吗？我谁跟谁团聚了？我一想，对呀、啊，是什么对呀、啊？嫂子是女中豪杰。”哦，都别难过了啊！是是难过了，嗯，啊，什么难过？您不乐出来就是好事。嗯，包饺子吧，做饭吧，啊，你们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你看太缺心眼儿，我都那样了，你们还包饺子？我们能吃得下去吗？吃不下去，你们还包？您是我们的骨肉一样的交情。说的是啊，我们不是为了吃，那为什么呀？是给邻居看。
给人家看什么呀？哪家街坊没有几个那个是非的主啊？啊啊！我们坐屋里边黑着灯也不吃饭，哭得哇哇的啊！街坊不得笑话吗？说什么？瞧这家缺德人家啊，杀个人连饭都不吃，咱不唠那个。哪家邻居这么缺德呀、啊？这个包饺子真包啊？包也就是点缀一下啊，素的啊，肉的，海鲜的，哎呦啊，韭菜鸡蛋的啊，羊肉白菜的啊，真全，鸡肉香菇的，嗯、弄个三五十样的馅儿。哎呦，一样来一盖盆，对吗？吃得了啊？对对对对，包点蒜，嗯，还有泡那个腊八醋，哦啊，就调好炸辣椒油，啊、是是是，哎，再弄一碗咖喱，哦，对了，旁边还有印度娘们呢嘛，也、嗯、得照顾照顾他，对，开点酒吧，还喝呢？啤酒、白酒啊，黄、哦哦、也不是为了喝啊，是就掩饰一下内心的悲痛，都没瞧出来，喝一个，这是掩饰吗？这？您掩饰的有点过分了，这个就在我们万分喜悲痛悲痛的时候，您说清楚了，于老师已经送到了北京菜市口，我还在菜市口杀啊，是一个专业杀人的地方啊，那是传统杀人场所，对吧？嗯，这会儿都半夜十二点了，都这么晚了，于老师来了，到这儿啊啊，先把衣裳都给脱了。干嘛脱衣裳？哎呀，死刑犯是有他一套的程序。哦哦，给于老师扒光了，嗯，一丝不挂，光着啊，一丝不挂啊。哇、哦，哎，拿绳子捆好了，嗯，脖子后边给于老师插上一个招子。什么叫招子呀？电视剧都见过哈。啊，看京剧有一带尖儿的东西，啊，哎，写上于老师的错误啊，哦，犯的错，打流氓于谦。哎，我说怎么扒光了杀呢？嗯嗯，捆好了啊。嗯。于老师啊，请，就别客气了。哎，于老师可大气了，是吗？有话说。哦，我说什么？本王啊，本王，什么叫本王啊？大流氓吗？大流氓自称本王啊，我就别放粪了。这时候本流不好听，没这不这么不用叫了就。本王啊，滚、哦！还踹上了啊，扔那儿，跪那儿，跪着呢。谁让你撅那儿了？撅着呀。给扶好了啊，摆正了。怎么又撅那儿了？你甭管我了。这些于老师光屁股老撅着。嗨，你先甭管他了，甭管他了啊。啊，都忙活完了。嗯，天光大亮。啊，这一宿啊。那是你多麻烦这会儿功夫。哦，这就大年初一了。早上起来，北京的民俗是这样的。嗯，每年大年初一开始啊。啊，他有庙会。有庙会跟我有什么关系？您待这地儿叫菜市口。菜市口怎么了？哎，离他最近的是厂甸庙会。啊，那可是个老庙会了，就是琉璃厂的庙会。对对对，从清朝就有。是啊，北京城得有一百多万人上这儿来玩来。一百多万人、嗯、外地游客呢七八十万啊，小二百万人，哎，将近两百万人吧。哦，这两百万人嗯都得从您身边经过。逛庙会这两百万人打您跟前都得，你卖票不卖票啊？啊，通票！哎呦，我还含在里头了。你算一个景点儿？没听说过，这叫什么景点儿啊？哎，打这过大伙儿啊，这是厂甸庙会，逛逛去吧。这听我们头回来没？是吧？我们没来。怎么了？于老师，别嚷了，嚷！行了行了，别一惊一乍的。我是你的粉丝。说说这干嘛呀？我天天听你相声去。行了行了，快给我拍一张。拍什么？有什么可拍？这光着屁股撅着呢，这看、哎、行了赶紧走吧。还有那老太太们干嘛呀？闺女打电话给接来了啊。哪儿了于谦啊？好，这闻风而来，就爱看于谦。是吗？这就是于谦啊。啊，认识我吗？哎呀，还真白啊、嗯、你管着管不着啊，你怎么那么厌弃这老太太、嗯、好啊啊，谦儿注意保暖啊，我都死了一会儿保什么暖啊、哦、这就是那于谦儿啊，不用介绍了。行行，我们先逛一圈去 啊下午再回来看你啊。行了、嗯、来不来不吃劲的、嗯啊、那老太太，谦儿我得明天再来了。干嘛呀？我下午输液、啊、你死不死啊你、啊、都有这输液了还有这闲心的你。北京的庙会啊啊一般来说是六天。六天
一眨眼就到了初七了。你先等一会儿，我就跟这儿展了六天啊。确切的说，第七天也得展。哦，七天一块展？不是，第七天是内部工作人员们看看。啊、哦，我也算他们的优惠。你大伙儿忙活一年去了，是不是？就为看我呀？自己人也得看一看。哦，有爱看的，有不爱看的，这就无所谓了。啊，有时关系特别硬的过来糊弄两把也不是不行。衣食父母嘛，那错不了。嗯，这都忙活完了啊，在这边坐着监斩官。怎么还有监斩官呢？你看看，你看看电视剧，看看京剧啊，一般这种发场上都有一监斩官。哦，管这事儿的，做了一官。哦，哎。戴着个红颜色的帽子，配红斗篷，非穿红的，红的辟邪呀。哦，戴个大墨镜，呵，在这坐着。嗯，差人们、官兵得过来啊。启禀大人，哦，时辰已到，得问他。哎，这官这才转过来，他说什么呀？整吧，什么意思？整吧，撒吧，差不多了啊。嗯，啊，给他切席睡，弄死的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呢？嗯、还一东北大人呢，还等啥？赶紧整吧，好家伙，冻一年下来受不了。碎嘴子，这大人，来吧。啊，刽子手这才来。哦，拿一口刀啊，这口刀啊，肩宽背厚日飞薄，杀人不见血光豪，紫薇薇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嗯，哎，刀举起来，快，看着于老师啊，是呀哈，啊呀哈。怎么样，是不是吓一跳？哎，没砍啊。好玩不好玩？谁跟你玩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好，这都吓死了、啊、哎呦，坏了坏了坏了，怎么了？尿了。废话，这么吓唬能不尿吗？我跟你逗着玩呢、谁跟你逗啊？哈哈哈哈，拿墩布来，拿墩布来。还真讲究。尿了，给我开呀、啊、这没影的事吗？这不是擦地了。抬腿，那条腿别嚷了，我这要杀人了，你这跟我叫什么劲呢？大人那喊，赶紧整啊，等啥呀？哎、啊，还是好嘞，砍呀！啊，哟，这是那墩布。哎嘿，干什么来了你？再把刀抄起来啊！走你，这不就完了吗？一刀下去，于老师人头落地，就死了。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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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那边咕噜。哎呦，突然间停住了。怎么停的呀？等红绿灯。哎，我要这么规矩，至于杀头吗？我。这还等什么红绿灯啊？绿灯了，哎呦，人头过马路啊，扭过脸来还得夸刽子手呢。我说什么呀？好快的刀啊！我也太贱了，我这个多快乐，有什么可快乐的呀？是因为这口刀快啊，这要是钝刀您就受了罪了、啊、这刀不快也一样杀头，这我就没少受罪。这个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还有啊，这回换一口钝刀啊，可以再来一遍。前面那些个咱不细说了啊。啊，这不用细说了。哎，我坐这儿，你媳妇坐这儿，印度那坐这儿，我们包饺子。啊、就端杯来，我得了，都是您的，都是您的，甭客气了啊。嗯。哎呀，你要早这么明白，何至于死啊你？好家伙，就为这个来。好，谢谢吧。就是从我接收开始，好不好啊？还是得说一遍。我们阖家欢乐，这都不重要了啊。都不说了。于老师已经展览七天了。就说杀头。展览七天了啊。哎哎，大人已经做好了啊。啊啊，刽子手过来。启禀大人，时辰已到。哦，大人这一回头，是撒呀，整啊，弄啊，切席睡啊。嗯，好，这孙子还没下班呢。嗯，鬼子说把刀掏出来了，杀吧。这口刀，好家伙，打宋朝流传下来的老刀了，一次都没磨过。是啊，因为磨一回得花两毛钱。哎呦，打宋朝到现在，没人花这两毛钱。这帮抠门的。哎呀，这口刀都是锯齿啊。啊，这个刀刃比刀背还要厚。这翻着砍合适了，这要拿刀背杀你，那是你的造化。那今儿呢？今天决定用刀刃杀你，受了罪了。哎，嗯、刀举起来，走你！哎啊，咔！什么意思？扎在脖子上了，扎上了，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那怎么办呢？横着推吧。啊，走你！锯啊，连锯三天啊！您猜怎么着？怎么样？你是饿死的呀！我去你的！后来啊，他这个行了，还有续集呢。您这这都是真事儿，哪儿有真事儿？嗯，我就爱跟于老师在一块儿说相声，好玩儿。你看他要不在这站着，我说这事我都觉得心虚的慌。啊，说别人不行。哎，他这一哎，这事儿是真的。哎，好，增加您信心了啊。这么些年来跟我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嗯，
真是得多谢于老师。您又客气，应该。哎，现在上岁数了啊，原来那会儿有的时候演出一演演到十二点半一点也有，那是有。岁数大了，有时候我心疼他。嗨，站时间长，我老怕担心他啊，让他扶点桌子。扶桌子，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那是，这可能有好点。也就是他啊，也就是他，这么些年就落一好体格。反正我还行，身体还不错。换别人的身体就在我旁边站着啊，够呛啊，时间是有点长。他还行，他可以，他还好锻炼什么的。哎，我平常还运动，好锻炼，没事还老游泳去啊。水上项目我喜欢，人管那叫什么？嗯，有氧运动。游泳就是有氧，是吧？没错。他家里边祖传的游泳，对，家里都喜欢。打他那个，打他爷爷就爱游泳。要不怎么叫祖传？呼，好家伙，嗯，爷爷游泳那个厉害，是吧？喜欢水上运动，他祖父没错，喜欢那个帆船，那是大项目。哎，帆船潜水，嗯，帆船潜水，对，都翻船了还怎么潜水？先翻船，然后是不得不潜水。哎，好，哦，帆船再潜水，潜水五天之后上来，嗯，哦。栩栩如生，好，淹死了。什么叫栩栩如生啊，嗯？厉害，他父亲游泳游的也好，都喜欢。好，他爸爸那个有个外号，叫什么呀？水煮鱼啊，还是死的呀？不是，水里的主人，这个鱼大爷。这词儿这么解释啊？你水煮大不好听，没听说过水煮鱼。哦，就这么叫了。呼，好家伙！嗯，他父亲年轻那会儿啊，嗯，就是专门玩这个的。嗯，他是这份儿。都知道他呀，那是过去听评书有一个三侠剑，有三侠剑里边男一号叫圣婴，没错，他父亲就说我不次于圣婴。哎呦，你跟圣婴怎么个比法啊？圣婴厉害呀。怎么厉害？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扬，嗯，子江心道富八百里。对，是这么介绍的。在扬子江里边，所谓的道富就是仰泳啊，倒着游，这么游，道富，道富八百里。呵，这个一定是艺术的渲染，怎么可能八百里？你体力也达不到八百里，有点过。小说是这么写啊，嗯，但是说扬子江就是这边到那边，见一来回的，啊，嗯，他父亲真来过。哦，我爸爸也比划过这事儿。咱看过当年那个老杂志上有这个，他爸爸，哦，还留下过文章。当他那会儿他读到二十出头，那肯定是年轻的岁数。二十出头，请四十个记者。哦，四十位记者，扬子江江边等着我，就看看我能不能横渡过去，这要见证一下。好家伙，老头啊，穿着那个老式的游泳衣。怎么还有老式游泳衣？现在你看男的游泳就穿游泳裤衩了，就是一短裤。他爸爸年轻那玩意儿，倒退个六七十年，还封建呢。哦，男的那个游泳衣其实跟女的差不多，当年的。您看那个老电影都是那个。哦，哎，还带着袖。哦，这都穿跟秋衣一样连下来，就是紧身的平腿裤。对对对，父亲，嗯，穿那个，哎，里边穿身这个。哦，就是，当年他觉得这个害羞啊，嗨，这游泳有什么可害羞？配这个毛巾被，嗯，岸边四十个记者端着机器，就等他，就看这个见证奇迹。嗯，老头高兴，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嘿，鄙人今天要游泳了，可不是，请大家做一个见证。对了，不礼貌了，啊，衣冠不整啊。啊，这毛巾被，啊，毛巾被先扔了，游吧，那谢谢大家。啊，哎，你先等一会儿。嗯，不是就穿游泳衣来的吗？还脱什么？怕游泳衣湿了。光着游啊？对，脱，先脱，脱完之后有助理拿着这游泳衣上对岸等着去。好家伙，这就是光着屁股游完了晾一下。嗯，老得穿着干风的衣裳。啊！一脱完了，记者们噼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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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得照啊！哎，拍完了，人家回去了，挺好。就见证一下，不要脸呐！当年有这老杂志，后来这杂志不让卖了，那是不让卖了啊，嗯！那是肯定给禁了。反正老头游泳有一号，我都没见过。嗯，那是那是，嗯，这是他最早一回是在扬子江。哦，后来说我要横跨渤海湾，那比扬子江又长多了。这条线，好家伙，他爸爸。游渤海湾，哦，这回厉害了。渤海湾，我有一个要求，有什么？我要带一个游泳圈，那也可以了，铁的，铁游泳圈，240斤铁游泳圈，
嚯，这是要显摆显摆。哎呀，他往海当这儿游，有一船跟着他啊，船上有这铁用圈、哦、大吊车吊着这铁用圈。哎呦，哎，到海当这儿找你爸爸啊，走。哦，哎呦，怎么样？你这多少年了啊？二十来年了吧？啊，还没找着他爸爸了。哎好，不是游泳去，就是自杀去了。这个给定在那儿了。啊，就砸底下去了、嗯。反正他们家人跟游泳、水上运动是有缘分的，那是挺有缘分的啊。啊，嫂夫人也是，我媳妇儿。好家伙，国家跳河队的，跳河队，跳水队的，国家跳水队的。对，那个游泳太棒了，游得好，还参加过铁娘们三项运动。什么词儿啊？您这都怎么了？哪儿有这运动啊？那叫什么？那这铁人三项、啊。你说是那是男运动员。啊，女运动员就叫铁娘们儿啊！游泳游得好，大书法家给嫂子写那个字儿在墙上挂着吗？写什么字儿啊？水性杨花、啊，没听说过。那是说游泳好，水性大能养起花来、啊，没有这么形容的。这几个人搁一块儿也没有于老师、啊、游泳游得好。我是正在年轻的时候，第一是各种姿势都会啊，哦，全面。哦呦，你不管是说正着游，反着游。全是王八这样呢，我这我不会游泳，我那你就别比划了，反正在水里边、啊、行了，可以了，可以上岸也行，在石头上也行，那是晒太阳的，那咱不比划了，行吗？一个是姿势好啊，第二个是游泳快，哦，有速度。好家伙，于老师在水里边那个快，怎么样？裤衩都追不上，那就是没穿呢，这个人在前面，裤衩在后头，等会儿我。挤的裤衩都说话了，你看这玩意儿啊，啊，很厉害，真厉害。我其实我不会游泳啊，但是我爱看游泳。你怎么叫喜欢看？尤其爱看于老师游泳。看我，我们出去演出去，你不管是哪儿，什么青岛了、啊、大连了，只要是有海边的地儿，啊，我就愿意请于老师。干嘛、啊？给我们游一圈，让我们看，啊，让我展示一下。那年在青岛演出就是嘛，啊，哎呦嚯，大太阳，凉啤酒。啊，吃嘎了小海鲜，多美 啊！我说，大哥啊，您受累游一圈，让我们看看，啊，让我展示一下。弟兄们，来伺候着，怎么还伺候？呵，沙滩椅一个摆上，哦，毛巾被，哎呀，两箱啤酒，还得喝，烟卷、打火机，哎呦，各种小吃，啊，摆好了，嗯，请大哥，让我来，就扬给他吗？那、啊、是游我的，不求人家吗？那是，请大哥，嗯。于老师来了啊，高兴，爱看呢，爱看呢，是大哥啊，您游一圈，我们那就是美呀、啊，欣赏欣赏，哎，好，等我先更衣，你更衣，先摘帽子，不是我夏天在海边游泳，我戴帽子，啊，这是貂皮帽子，那就更不像话了，夏天我戴貂皮的干嘛呀？谁告诉你夏天了？冬天哪，夏天用你游啊？那不有的是游的吗？哦，为了是看您为什么这么伺候着？哦，对吧？拿我当傻小子了，合着？请大哥更衣。哦，哎，这才摘帽子，嗯，墨镜，口罩，嗯、围脖。哎，这围脖都，嗯，有这么长围脖吗？这个？哎，大衣，啊，西装，你看，坎肩儿。哎呀，背心。穿的太多了，哎呀！你先等一会儿，这什么意思？这个，贝贝家怎么那么全呢？我穿的大马靴，好嘛，裤子啊，毛裤全得脱，秋裤，哎呀，三保暖，这个一身一身的穿，我都没不像话，您这。我跟您说啊，这是袜子吧？对，袜子要这么脱，这就不是贝贝家，知道吗？不重要，不重要啊！啊，都脱，就剩一条小裤衩，这就差不多了。嗯，请大哥更衣啊。好，嗨，别更衣，我让人让我更，我就更了。您这可以留着，可以留着，多新鲜呢！提上裤衩啊，配上毛巾被。哦，配毛巾被这活儿都得我来、啊。是啊，您给配。嗯、啊，我有馅啊，我也不知道冷。嗯，您坐、嗯，沙滩椅。哦，于老师，坐好。我还坐呢，我赶紧活动活动去吧。坐、啊，啤酒，
我也是浪子。是，拿瓶啤酒。嗯，大哥请。哦，于老拿这，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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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先喝。哎，好。点根烟。你拿烟，我伺候着。啊，是求人家吗？是啊。于老叼着烟卷，嗯，我这给点。我这没脱衣服的时候抽多好你来不及了。于老叼着烟，刚才脱衣服功夫太长了，没抽烟。我要是这么抽，一会儿死在海里了就。我吃了，这瘾太大了吧？这个，待会儿再来一根。嗯，一会儿再说吧。待会儿再来一根啊。啊，那个小吃给我，全活拿过来，都切好了一盘一盘的。啊，白萝卜。嚯，于老师，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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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萝卜。红萝卜，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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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萝卜，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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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改兔子了。变萝卜，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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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萝卜。水萝卜，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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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别的没有？哎。那是什么呀？什么呀？报告大哥啊，那是干炒黄豆。你瞧，预备这点东西，来来来，啊，喜欢这个大铁锅干炒黄豆，呵，40斤呢。哎呦，是不放油，愣炒，干炒吗？拿过来，于老师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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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40斤全吃。我这饭量也不小。别喂，40斤干炒黄豆，嗯，一般的牲口吃不了。废话，谁都受不了。哎，吃完了。又来两瓶凉啤酒，还喝呢？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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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啊！干黄豆它燥得很，是喝了两瓶凉啤酒，补点水分。再给我点根烟，还又抽啊？这根抽完了该下海了，早就该下海了。大哥，请，嗯、哎，咔咔咔，也知道冷，不行了，嗯，准备，准备。哎呀、啊！好家伙，这怎么烫着了似的？光脚踩烟头，呵，好，谁让你脱完衣服抽烟的？呜呼呼！废话，呜呼啊！太疼了，烫着了。今儿要不油了，早就不应该油。孙子，下去！哎，好嘛，这么痛伺候你了啊！啊，下去，等的就是这出啊！该于老师露脸了，我油啊，奔海边就去了。哎。对，哎呀，回到祖国的怀抱。一下海完了，怎么了？我们福彩太福的了，在水里如驴得水，如驴得水叫什么？如鱼得水。哎呀，在海里边跟带鱼似的啊！哟，一会儿像豆豉鲮鱼了哟。哎呀，好，还带着豆瓣呢。那错了呀，怎么看着罢了。哦，刚才这么伺候人家，值了啊！真美，在水里边啊，一会儿你看就趴在水面上。哦，我的天，这要是我非淹死不可，就这么趴着，就怎么还能这么游？他就在水面，就这么平趴着就能飘，人家往前走，嘿，太棒了哦！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事也不好说，怎么出什么意外了吗？吃那么些个萝卜啊，黄豆40斤，哦，凉啤酒，是，这一下海一折腾，海水它热有温度，嗯。于老师这肚子里边有点较劲，不舒服。他这我也不知道您哪位是科学家啊？啊，反正人一般来说这是忍不住的，也未见得非得忍啊。有一股子气体啊，顺着于老师的身体中后偏下部就出来了。哦，他在水面正趴着呢，飘着。我们都这儿看着呢。啊，水面他趴着，你就看远远的。哦嚯！好家伙，这么近的海还有鲸鱼？没有鲸鱼，哪有鲸鱼？动物世界不都是吗？滋滋滋的啊！不，你不，你理解错了。紧跟着后边，听，啪！哎呀，你就看这海面上啊，小鱼儿啊，皮皮虾呀，小嘎啦呀，好，飘着一层啊！我这下网来了，比那，嚯，怎么还有黄豆呢？我这没听说过。没嚼碎可能是、啊、什么呀？打窝子呢？哦，紧跟着就来了啊！叮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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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呜，好家伙，吓坏了我了！是啊，谦儿哥，快上来吧！怎么？水开了！我去！
二天呢？没有，您这都带续集的，这我要说这个要没人拦着我那还了得啊。你说一乐，哎啊，观众藏龙卧虎，不管是知识面、个人的素质方方面面，您都比我强。哦，我这个文化水平也低，是啊，也不敢说通过我的相声能让您各位哎接受到什么大的教育啊，或者怎样，我做不到，不敢说，我水平很低，得向各位学习。能让您高兴，我就值了。哦，啊，我给您快乐，您给我饭吃。嗯，至于说于老师怎么配合，那是另一回事儿。您怎么说，我怎么配合啊？一会儿咱游泳去吗？出去，天太热，让他们给您炒黄豆去啊！等天凉点再说。那行，那行啊，我们约会在冬天啊。对，这两天演出呢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啊，打明儿开始要陆续又换一批其他的演员。对了啊，让大伙儿都瞧我新鲜。要是能买着票，你们就尽量来，好不好啊？是，来吧。这今儿的演员来，都快来，来来跟大伙儿再聊会儿。上来吧。那依次介绍一下啊，打那边开始啊，我的爱徒栾云平啊，高峰高老板，我的徒弟啊，张鹤伦，这也是我徒弟啊，郎鹤炎思密达，这个肖岳云鹏，那大胖子叫孙越。我们九队的队长啊，张九龄，啊，这也是我徒弟，也是我外甥王九龙。好，这是我徒弟啊，小姑娘们都喜欢的啊，啊，老秦啊，老秦啊，秦凯旋啊，我徒弟啊，何九华，主持人是我师弟。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小月，发昏当不了死，给大伙儿唱两句来吧，快来。我刚才唱了是吧？会唱的都唱了。我没听见，你大爷刚才跟着表演游泳呢。我没看见。唱什么？拆西厢，英英们坐。咱俩合作一回是吧？凭什么呀？手儿托腮，叫声红娘，你快过来，你姑娘有见，这个不明的事一从头你要讲个明白。啪啪啪，你姑娘我是这个闺阁的女，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张君瑞本是一位唐朝的客，三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没完呢。行了，这就不错了啊啊！来，贺伦来，贺伦是我们的返场艺术家。哎，那个站好了。哎，好好，怎么跟你谦大爷在水里似的？你这吃黄豆了啊？留神。该有肉的地方有肉，该瘦的地方很瘦，像我的这种身材叫做 beautiful。 该害羞的时候害羞，成熟的时候成熟，你喜欢小伙还是花卷头？哎呀，这很新鲜啊，头回听咱，昨儿还唱一回了，好像可不就一样呗啊。九零来啊，张队长，谢谢您，谢谢您。表演一什么？那个我们四个又精心准备了一个。昨天你们演了一个极其尴尬的节目是吧？今天的比那个还要尴尬吗？您还没看今儿呢。好，快来啊。好好好，你们就不叫你们栾师哥吗？哎，这大爷您要叫，您有门吗？王哥，王哥不爱跟我们唱。哎，我在这儿呢。哎，也好啊。你说吧，你说吧。啊，我这不就是咱们的节目吗？这个来啊，来来来来，那个我们昨天想了一下，我们换了一个曲种啊，这天津嘛，给您来一个单弦排的曲。嗯，
谢谢。对，我们唱一个单弦小插曲儿。然后今天呢，我们也没有带弦啊、嗯。然后那个高老师，您要不您受累，您来一下。来来。您来吧，高老师。来来来，我也没带弦啊。来，您拿拿嘴。啊，我模拟单弦哈。来来来。来吧，这都是欢迎我的哈啊！单弦我行，咱开始了啊！来，哎，友友们，咱开始了啊！噔噔里个隆个噔噔里个噔噔个噔噔个隆噔噔隆个噔噔个里个隆个噔噔噔个里个隆个噔噔个噔噔里个隆个噔噔里个咚里个咚。他开着邻居家的 Toyota， 吹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谢谢大家。太尴尬了。弦儿还是不错的啊，弦儿还是不错的，挺好、啊。栾副总，幸亏没上。单来一个。老秦，过来，来，来，快来，秦凯旋。现场好多女观众都喜欢你啊。是，我也不知道来什么啊，不要紧的，要不我你站着让他们看会儿就行。有一路演员不用演啊，那什么站着就行，你看看，你看看啊，站着就行，就是你的观众希望你恢复的好一点啊，能站着就行，能站起来就不错。哎，哎呀，那演个什么呀？要不然我唱首歌吧，太棒了！当当当当，你不不这这这一根灯，你好好游泳去吧，来吧，我唱首《声声慢》吧。因为好久没有唱了。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娇艳，暮色丛染红巾。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月落乌啼，月牙落枯井，零零碎碎，点点滴滴，梦里有花，梦里青草地。没有那个了，那个于老师来一个吧。我这这么些孩子们都能表演节目，我就别来了，把这位置那您给大伙儿游个泳吧。来吧，于老师您站好。来，您来吧。谢谢各位，谢谢听郭老师。于老师跟我说过，说以后在台上孩子们尽量多唱啊，我就别唱了。就是你们找机会吧，好吧，找机会找那个什么那个跳大舞的那个地儿啊什么的。我还是洗大澡去呢，先跳大舞啊。嗯、谢谢各位吧啊，给大伙儿唱一个大西厢，咱们一块儿好吗？好。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哎哎哎哎哎呀，普救寺僧人渡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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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一心赶考狗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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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走过三里桃花店啊，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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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桃花殿前出美酒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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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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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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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这世界很酷。